开来啦，开来啦，搞掂搬嚟睇得歌，听到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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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画面有冇问题啊 ？OK 啊，系啊，今日会玩新游戏嘅，系嘛 ？OK，OK 咁啊好啦，咁咧就上个礼拜咧就一个礼拜咧都去咗呢个 Gamescom 啊。德国科隆咧，咁啊去即系参帮 EA 啦，咁啊录啲嘢啊，咁样啦，咁咧今次去德国咧就先讲下搭咩航空公司啦，咁咧去亲德国咧，通常咧都系搭呢个汉莎航空嘅 Lufthansa。咁咧 Lufthansa 航空咧就系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就因为佢本身就系德国航空公司啊，所以你去亲德国咧九成九咧。航班都系佢嘅，咁咧今次咧就我上年咧就系搭去法兰克福嗰度再转火车去，咁咧今次咧就系去慕尼黑，跟住咧再转机，哇呢程嘅金，咁咧就要等好耐嘅，转机咧就系要等咗成我谂有八个钟以上，我都唔记得咯，即系喺慕尼黑机场嗰度咧就等劲耐，咁咧去嗰阵时咧就汉莎航空咧，其中一个好处先讲一啲优点先啊。我觉得个位咧就比较宽敞少少嘅，喺个位，同埋咧一开头咧就拣啲唔记得，好似佢帮我是但系帮我拣咗啲位咧，好似系啲中间位嚟。后来咧就唔知点解嗌咗个名，就有啲走廊位坐，咁都几好啦。咁样咁咧就睇咗啲咩电影咧，谂下先，好攰啊！我都唔系好有印象，我一路瞓，我而家瞓得好冧。即系睇睇下就瞓着咯。我记得第一部睇嘅系咩咧？谂下先，我睇嘅系好似睇一套笑片啊，有成扎女人嘅，讲啲女人咩闺蜜乜鬼嘢，即系有啲成扎女人话咩新结婚旅行啊，唔系结婚咧就要有个单身告别单身派对，成扎女人咁样嘅，好似系咩黑寡妇做嘅嗰个啦，做一个女主角。咁咧之后咧就结果咧就当然就系喺呢个单身嘅 party 嗰度咧就出咗啲事咁样啦，咁啊类似要补镬。其实我谂同嗰啲咩最爆咩伴郎团差唔多，不过女人版咁解啦。咁咧就唔系话好好睇，亦都唔可以话好好笑，而且我成程都好眼瞓，睇下瞓下，睇下瞓下。之后就好快啊，瞓着咗咯。之后食嘅嘢普普通通啦，汉莎航空又未煮话好，或者未煮话好差，未煮话好好，普通不过不失咁样啦。之后就第一程嘅空姐啊，由于我都成日瞓，都冇咩同佢交流。唯一啊系啊，记得嘅缺点咧就系好冻，佢一冷气都几冻下，唔知咩德国机啊特别冻啊，啲冷气系冚咗被都冻冻地。着个褛都觉得冻，咁啊之后咧就谂下先，跟住又谂下仲有啲咩成程机啊，啲咩谂下有啲咩特别嘢，总之就系问佢好似攞咩毛毡，又话冇 extra， 好似话咩肚冻啊，跟住又话咩冇话咩帮你睇下冇咧，跟住就话冇 extra 毛毡，好。跟住咧，我仲有听过啊，我就有见到有啲空姐系点样对待差咧，我见到啲隔篱位嘅，就系咧唔知又系叫佢，又系问佢攞嘢饮定点样啦。跟住咧，佢就好恶嘅，佢就话咩我一盏会嚟啦咁样。嗰啲德国嘅空姐系有啲态度，系有啲态度差。我记得隔篱位咧咁样嘅，唔知话叫佢话咩想攞嘢饮定点样。之后咧，跟住咧，佢就已经系态度好好噶啦，即系好差，好癫啊！唔系话态度好好啊，佢态度好黐线啊！佢咧就话咩一得啦得啦，即系类似系一盏先嚟，结果又冇去到，之后咧又抢佢啲收嘢嘅时候咧，态度好差嘅，就见到好似劲大力咁样戳落去，即系抢你啲嘢，即系好似你抢钱咧，咪平时你攞个手机银包喺手度，咁佢抢走你嗰啲唔要嗰啲垃圾啊，态度好差啊，咁样啊，喺度咁样呼呼喝喝，咁咧到最后咧，亦都佢唔系话咩有嘢饮啊嗰啲咧，跟住佢最后咧话咩？唔系话咩得咩迟啲迟啲，系最后系完全都系冇理到，跟住嗰个人系要叫第二个空姐先至肯帮佢搞咯。咁啊，啲空姐系普遍
我又见到呢一个都系唔系几好态度啊！我恶你，同埋唔系好中意理你啊，唔系好中意处理啲事干。即系佢做紧 A 事情嘅时候啊，或者总之佢唔系喺佢节奏范围内咧，佢就好憎，佢就会即刻起晒杠咁样咯。呢个就我有印象。呢个汉莎航空公司啊，咩对我先系咁，都话唔系对我，都话我成程好眼瞓，我净系听到隔篱位咩叫对我先系咁。我都冇要求，我都冇要求过佢啲咩叫对我先系咁，对我先系唔理我定点样，我都冇要求佢做嘢咩为之系对我先系咁咧？因为如果我都冇叫佢做嘢，好嚟啦，睇下呢球点啊！好又系咩啊？下次记得带羽绒上飞机啊，好啊，我都会考虑下，塞件带件棉胎摆喺书包度咯。有一啲啲，有时啲航空公司唔知道某啲航机啊特别冻啊，或者点样啦。啊，又话因为咧啲空姐点解态度咁差，本身咧就谂住啲班机可以招呼到达哥本，啲德国空姐满心期待，点知我瞓觉，所以咧就冇得招呼我，所以佢哋期待落空，所以就态度唔好，系咪咁嘅意思啊？有啲人系咁讲，咁我唔知道啊。但我就见到佢对隔篱位嗰啲人就唔系几好啦，咁样咯，就系见到都系嗰啲咁样呼喝啊，咁样咯。咁回程嘅时候，我仲见到又系另外一单，又系咁样嘅。我咧见到有一个隔篱位就系咧话要暖水定点样啦，我唔知啊，可能要食药或者点样啦。总之佢话要暖水。之后咧，嗰个空姐咧都过咗好耐先俾杯水佢，但系嗰杯水咧又冻嘅。之后咧，佢就即刻想嗌，喂，佢话呢杯系冻噶，大佬。跟住咧，个空姐咧就已经系即系滚水淥脚喺度走啊，咁样啦，唔理佢。即系跟住咧，佢就想嗌佢啊，即系点讲啊，崩叫狗啊，越叫越走啦。之后嗌，跟住咧就揿钟咁啊，叫佢啦，咁样。跟住过到嚟咧，之后佢已经系发晒神经啊。跟住佢话咩？佢话咩？我讲个咩 ？Three times 系癫咗咆哮 ，Three times。即系嗰啲德国人咧，咪成日嗰啲好低音，成日嗰啲咁样 freedoms， 嗰个女仔嚟嘅咁样，嗰个咩讲类似就系听到啦，因为我都系半睡半醒嘅状态，佢咩我啊类似我已经同你讲 free times I will come back， 但系就应该都等咗一段时间都冇再 come back 啦，跟住又系最后系不了了之啊。嗰个空姐最后都系冇攞到杯水过去，我系见到隔篱位要自己走去嗰啲咩啊？嗰个总之系仓与仓之间咪有啲攞饮品嗰啲咁样咯。咁我嘅结论就系德国嗰啲即系服务员就系中意吓，即系嗰啲空姐啊或者点啊，凡系做系服务性行业啊，唔止系空姐，侍应都系嘅，即系只要你。做即系嗌佢做一啲吓额外或者佢预计唔到嘅嘢咧，佢就会开始又唔系几好老皮啊，癫癫地咁样咯。呢个系我嘅体会啊。又系咩？架机系咪好多人？又未至于话好多人。咁不过嗰间机系大班机嚟嘅，大航班机咯。呢个系我嘅体会咯。即系上年我都话德国啲侍应系有啲串啊。咁今次就系我觉得啲空姐都系态度唔系几好。咁啊，对我自己系冇咩体会嘅。即系因为点解咧？我就成日好攰。成程就好鬼眼瞓啊！睇亲啲咩戏啊，好快啊瞓着啊咁样咯。我回程又有睇咩《忘形水》，跟住仲有睇咩咧？谂下先，仲有睇一个叫咩《通勤营救》，咩夏里信福，同埋即系总之嗰个故事咧，就讲咧就咩喺列车入边就要发生咗啲悬疑事件咁样啦，佢就要喺咩站之前咧就要解决呢个问题。嗰度我覺得好睇過嗰、那個我啱啱講第一套戲係咩啊？《忘形水》咯，我就覺得係嚇、啊。有咩睇《忘形水》咪仲眼瞓？我見到奧斯卡啊嘛，諗起咩佢飛機係譯咩水形物語，同埋咧漢莎航空有個缺點，我話醒起佢嗰、那個嗰啲中文字幕嗰啲戲咧係極少。全部啲戏好多都系鸡肠字幕，有啲连英文字幕都冇。
咁啊，所以就好少拣择咯，所以你睇戏唔会话有好多正戏可以睇，啱你睇啊，嗰啲咁样咯，吓、啊。好，睇下呢球点啊，斩过嚟，可惜啊，冇办法近柱位。呢球会唔会去边路咧？系啦，边路空位，再俾落去，租仔会唔会斩过去？有机会顶个靓到抽筋。有咩 HKU 唔识听英文？喂！一嚟飛機極，你唔係唔知飛機啲引擎聲嘈啊，都唔係咁易聽到。二嚟你好眼瞓，仲用腦啊，你梗係想舒舒服服咁睇戲啦，大佬。就算係啊，我識聽英文都唔會搞呢啲即係作戰自己啦，係嘛？你睇戲，你考緊啲神靈定屙腦啊？你睇戲係想 enjoy 套戲定係鍛鍊自己？你锻炼自己英文啦，有得拣就系舒服啦，梗系拣中文字幕啦，系嘛，系嘛，系嘛，啊，唔通啊做联合国嗰啲啊，八个国家语言都识嗰啲翻译啊，平时睇嘢又特登挑战自己啊，不如拣个阿拉伯文嚟听听啊，咁样啊，傻傻地 ，relax 啊，坐飞机已经攰。都系拣啲啊自己他条嘅语言嚟听啦，系嘛？呀系咁，点解你哋成日睇中文字幕戏？你唔去英，你哋睇戏又睇咩粤语配音嗰啲咩 Toy Story 啊？又睇嗰啲，你睇嗰啲 Marvel 全部有中文字幕噶，你唔去睇嗰啲英文场啊？点解？点解你哋又睇又话系啊？因为冇得拣，你咪去英国睇咯。你咁即系如果你系中意，你可以去英国睇。我唔睇香港嗰啲有中文字幕版本 ，no way 啊！咁啊去飞去英国睇啊，美国啊咁样咯啊。咁咧就呢个就系坐呢个德国航空。汉莎航空嘅经历呢，咁我就觉得系坐其他航空公司嗰个服务态度啊好啲。不过汉莎航空其中一个好处呢，就系佢推餐啊，即系食嘅时候呢，通常都会有热饮啊。即系你嗌茶嗰啲呢，就通常佢嗰架车入面都有，你就会有得饮茶。跟住呢，同埋你食完嘢，佢会再推多一次餐饮啊，即系惊死你呢，后即系。其实几体贴，就系、是、惊你咧就食完饭又口渴，就会帮你添饮，就会啊要唔要茶啊 coffee 啊点点点咁样咯。咁我去亲飞机，我通常都会饮杯番茄汁嘅，我又好几中意喺飞机饮番茄汁，因为平时好少我自己屋企会饮买番茄汁啊嗰啲饮咯，同埋啲人有人讲过喺飞机饮番茄汁特别好饮。咁我就觉得差唔多啊，其实老老实实，但系就我就叫诶，好似健康啲，咁啊会嗌下番茄汁咯。咁你哋未必个个口味咧系啱嘅，因为番茄汁就系有啲咸咸地啊咁样咯。啊，好嚟啊，可惜啊，俾唔到上去。又话咩 beef or chicken 系啊，通常都系 beef or chicken。啲鬼佬啊，鬼佬好少食 pork 嘅，你好少食飞机餐会有得俾你拣猪肉，通常都系 beef。咁通常 beef 咧都系啲劲燥热嘅嘢，咩炸，即系你见到有个石子包住啊焗啊之类咁样。如果你系一个你讲好干啊，喺飞机上好干咧，我就唔会建议你食 beef。咁 chicken 咧，通常嚟话佢喺香港飞咧都系啲中式嘢咁样咯，又会有啲咩鸡扒或者咩炆鸡啊之类啊，好。咁呢个就系通常系咁样嘅，因为鬼佬唔系好中意食 pork 嘅，除咗德国佬之外，好似大部分人都系中意食 beef， 即系牛肉同埋鸡肉 chicken 比较多啲，咁啊好少鬼佬咧就中意食 pork 啊。咁咧就咁跟住咧就今次去到科隆啦，咁咧就科隆咧就原来咧科隆咧今次我去到咧其中一个体会咧就系佢话科隆咧就好似多咗小偷，即系上年咧我都有听过 Gamescom 嘅会场咧就有小偷有扒手
咁咧今次咧就好似就小偷嘅案件咧比较多咗啦，唔知道有冇关嗰啲咩政策事啊？但系系多咗小偷嘅，因为上年咧我都有试过喺 Gamescom 咧，即系出入某啲会场啊、某啲 hall 嘅时候咧，佢就话要搜书包。佢因为咧就系、是、发现咗有人咩有部 notebook laptop 唔见咗，佢咁讲，所以要为咗为表清白，佢话你出入咧就一定要咁样啦，即系检查书包以示清白咁样。咁之后呢就今次呢我就听过有啲日本人呢就成个书包啊，唔知係 laptop 啊，成个书包呢就俾人偷鬼咗。佢话呢就係、佢打下机打打下 battlefield 嘅时候呢就成个书包呢就掹鬼走咗。跟住入面呢就有一部即係嗰啲单反相机啦，跟住呢就银包啦，跟住呢仲有嗰、那个护照都系冇咗，咁啊结果咧就好麻烦嘅，即系又要去咩报警啊，首先去报警啦，然后又要去领事馆，要攞翻张临时嗰啲咩通行证定点样啦，即系翻日本啦，如果唔系咧冇办法确认身份咯。之后我仲听到有啲小道消息嘅，有啲咩法国佬又成部 notebook 俾人偷咗啊，总共有几单咁样咯，啊、所以就系、是、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咁样即系一个危险咗，好似治安冇咁好咁样咯。跟住另外咧就系、是、去亲科隆，我都好中意睇嗰个大教堂，因为嗰个咧科隆大教堂咧就系、是、你一出火车咧。就会即刻见到啦。咁科隆大教堂呢同即係我讲嗰啲咩钻石山地铁站呢差唔多，即係起咗两年都係未起完。今年呢仲见到有啲唔知砖头呢搬咗落地下，但係嗰啲屋顶嗰啲砖啊好大嚿。跟住我心諗话呢啲都係啲宝贵古迹啊，你咁样随便摆喺度冇人看。又冇布冚住，就咁随街劈喺度。我心諗喂，就算冇人去偷啊，即係可能有啲人啊倒泻嘢飲啊，或者点样都破坏古迹啊，但係佢哋都係冇喎。同埋起咗好耐喇，科隆大教堂起咗唔知 N 几多年啊。起咗好耐，但係呢总之你见到好多嗰啲棚架啊，总之年年。即係我有啲朋友話再之前去嘅話咩仲整緊㗎，佢係年年都會見到有啲棚架喺度，佢唔知幾時先至可以完工啊。咁呢之後呢我又仲有聽，即係我去德國呢其中一位兄弟呢就好好嘅，咁呢其中一位兄弟呢就知道我去科隆啦，咁呢佢本身喺嗰個讀書讀碩士。咁佢喺附近读嘅，之后咧就喺度话啊，又教我点样买车飞啊，同埋带我去边度玩啊，即系四围游览下嗰啲咁样咯。咁啊，其中有介绍咗我去一个新嘅地方，叫咩龙堡啊？听个名好似好霸气咁样啦，就系一条龙个龙咁样一个即系城堡个堡啦。咁喺要坐少少时间嘅火车。咁佢过一个省城咁样先至去到咯，跟住佢又教我咩买车，即系买车飞啊、城啊嗰啲咁样啦，吓、啊。你即刻讲咩巨龙堡？咁咧龙堡咧就系、是、我都有拍低啲片嘅，到时就再话俾你听啦。但系就系一个即系城堡贵，即系咩有钱佬定咩贵族住嘅嗰啲咁样啦，啊。我嘅感觉呢就係嗰个城堡呢一开头啊，老老实实我睇落去呢就觉得个外形呢就觉得好似有啲似嗰啲迪士尼嗰啲。点解咁讲呢，就係、是、即係佢睇落去呢冇嗰个好似科隆大教堂，你觉得历史遗迹应该会有少少残骸啊、旧旧地啊，或者有啲即係时代嘅沧桑啊痕迹喺度。咁佢又呢太过新净同光滑啊，咁睇落去啲质地好似迪士尼嗰啲咩哈利波特屋嗰啲咁样嗰啲感觉咯，我就心谂喂，系咪流流地啊？咪假噶？但系咧入到去咧就哇，先知道咦唔系喎，我真系都即系精雕细琢入边啊，一草一木啊，台台凳凳啊，天花板啊，烛台啊，啲画咧就系、是、整得几好。有咩有保养？有保养喂，大佬啊！如果你讲紧几百年咧，你点保养都保养得唔会好咁新净啊，系嘛？
咁迪士尼啊，啱啊，啊啱啊，因为德国嘅话，新天鹅堡啊，仲更加迪士尼，我就未去过咯。呢个我就唔知，下次有机会话俾你听啦。啊，咁咧就去到嗰个感觉，即系呢个龙堡啊，咁样，同埋龙堡几得意嘅，要坐缆车。即係又好似山頂纜車咁樣上去啊，咁啊睇下風景啊咁樣咯。跟住咧就嗰個兄弟仲有帶我去行下，即係嗰個城市咯。嗰、那個城市叫波音。咁啊，波音咧就係、是、一個即係點講咧？佢啊即係城市嘅規模咧就冇科隆咧就咁繁盛嘅啊。是西德嘅首都嚟嘅，咁咧就都有一段即系点讲啦，即系有一段历史嘅重镇咯，就喺西德期间，咁大家知道点解，即系当时冷战就分咗东西德，咁波恩咧就系咩西德首都咁样咯，咁感觉咧就会静少少，冇科隆咧就咁热闹啊嗰啲咁样咯。又系咩？德国系咪好多金发美女？金发嘅人就多，就未话好多美女咁样咯。我啊至于就话德国咧就有几种人嘅，咁第一种就好似你咁讲啦，金发咁样啦，系咪？即系白人咁样啦。第二种咧就系嗰啲土耳其裔嘅人啦，即系好似中东人咁样啦，系嘛？好多啊，就啊，即系其实都占咗好大部分嘅。之后呢就到仲有咩人种，其实最主要就係呢两种啦，跟住仲有冇啲咩呢，黑人就少嘅啊，即係最主要就係啱啱我讲啦，白人即係纯金毛啊啲啦、啊、即係其他发色都少嘅，即係咩红头发啊或者啡都少，金毛最多。之后就到土耳其裔人啦、啊、中东人，第三即係最少呢就係黑人。咩 racist 同你讲佢嗰个即系人口分布咧，都叫 racist 啊！咁我同你讲啦，香港咧就即系七八成系香港人，之后咧有少少南亚人，之后有啲咧就系、是、鬼佬白人，亦都有啲黑人，咁样又 racist 啊！黐线啊！呢个叫人口分布系陈述紧一个客观嘅事实啊！又话系咁样 racist， 咁你去告嗰个咩人口普查署啦，因为佢几年做一次啊，咁咧之后咧就去波恩，跟住咧就佢又带我啊食下嘢啊，又去嗰啲市集买下嘢咁样咯。之后佢又同我讲下即系德国人咧生活系点样，跟住咧佢又试过，佢就话咧试过着阿仙奴波衫俾啲德国佬穿。德国佬喺度传佢话：，着阿仙奴波衫啊，阿仙奴好劲噶喎，咁样佢话。跟住即系大家知道啦，早排有讲嗰啲奥斯尔嗰啲新闻啦，喺度传奥斯尔好劲喎，点点点。咁咧呢位兄弟咧都识少少德文嘅，咁咧呢个时候咧佢就有还，即系佢一开头俾人闹咧就冇还击，咁啊去到临走嘅时候咧经过佢台面啊。在餐厅的时候咧，又还系点样还击咧？佢就讲过一句，咁咧佢话德文咧，其中咧就佢话有一句粗口咧，就系、是、叫食屎。跟住我话咩啊？原来食屎就已经系德文嘅粗口嚟啊！咁样啊，跟住佢就对住嗰个德国佬咁讲食屎啦咁样。之后咧，嗰个德国佬就笑笑口咁，跟住我话点解佢俾你闹仲笑啊？咁样佢话呢一个，佢话呢个食屎啊系德国最常用嘅粗口嚟嘅。咁咧就佢话咧就点解佢笑咧？嗰个德国佬咁佢就话可能佢估唔到一个即系亚洲人，佢话我到嚟留学识得讲啲咁地道嘅，哇！即系食屎。咁就佢吓一跳咯，所以就笑笑口咁样咯，又咁讲。咁咧佢亦都有呢位兄弟亦都有讲过，佢话德国咧就话喺欧洲嘅国家嚟讲咧，佢话物价系算系比较平啲咯，佢有咁讲过。咁咧呢个德国即系呢个咩食屎系点样读咧？我可以教你嘅吓，佢又叫咩？
如果冇记错叫咩咩帅士，帅士，即系好似怕丑英文咪叫咩帅，跟住加个士，啊为之咩帅士，帅士就系食屎。哇吓，你有啱啱已经见到有啲人打出嚟，我唔知道个串法系点啊，因为我净系听佢读，我话点，跟住我话点讲啊，佢就讲咩帅士，系啊。嘥屎就係咩食屎，跟住佢就話呢個就對佢哋嚟講。咁相反咧，我好耐以前我咪話有個我去中東讀書嘅時候，德國佬教我講嗰個粗口類似 FXXKU 嚇，嗰個讀音咧，我咪問讀咩 Fifty 咧就係好少人講啊。佢話佢哋反而好少講咩 Fifty。佢哋咧就通常就讲咩衰事，衰事就最多人讲咯，你点睇？有几多嘅兄弟系住喺德国噶吓？咁跟住咧，佢又喺度解，即系讲下啲德国嗰啲风土人情啦。同我讲咩嗱？咩德国咧就系呢个欧洲嚟讲咧，就算系比较平啲嘅地方，即系物价唔系话好贵，比起其他地方啦，咩瑞士啊等等啦。佢咧同埋咧，佢话德国咧治安系相对比较好啲嘅。佢话欧洲嚟讲，佢咩巴黎啊嗰啲啊仲黐线。咁咧同埋咧，佢就话佢都觉得德国人咧比较 cool 啲，比较冷冰冰啲嘅。佢话同埋咧就好难识到德国 friend 子，即系佢话德国人啊中意同埋啲咩德国朋友玩多啲嘅，即系比较少识，即系比较少外向，唔会话。識下啲國際啊朋友啊咁樣啦，佢話感覺上係咁樣咯。咁佢話治安好方面咧，佢話試過有一次佢喺戲院咧就跌咗銀包，跟住咧就同啲職員講之後啦，即係離場嘅時候，咁職員即刻大聲講啦，咁咧之後咧就剩低嘅人咧都肯幫手揾嘅咁樣咯。啊！但係最後佢發現原來就唔知喺屋企定點樣啦，即係個銀包其實就自己擺烏龍，但係佢就話咧，其實啲人都幾好咁樣啦。不過我覺得咧，呢啲有時要睇城市嘅，即係可能你喺科隆大城市咧，啲人可能又冇咁好，即係鄉郊啲人係 nice 啲。因為我有去過，我都有去其他城市，除咗咩波音之外，我仲有去另一個城市叫啊叫布，另一個城市叫咩布魯爾布。啊，嗰度啲嗰個感覺咧就鄉村啲啊，即係似瑞士嗰種感覺，啲人都好人啲，侍應啊各方面都好好，物價又再平啲，所以我覺得呢啲咧有時即係都要好講城市，即係嗰個城市亦都會影響過你嗰個印象咯。其實就好似德國人咁，可能啲鄉郊啲嘅人咧都會好人好多。但系科隆咧大城市啊，可能咧啲城市人咧就自然冇咁 nice 啊。Blue 几好啊，我几中意去 Blue 啊，即系如果你话德国，我暂时去过几个城市，我就最中意就系 Blue。又系咩 BLUE 唔系叫 BR， 跟住个 U 系两点 HL 咁样咯啊。因为有次去日本睇大阪飞脚90分钟跌咗部电话，有个日本人即刻冲过嚟执翻俾你，系啊，即系呢啲咪好咯，见到呢啲即系事，即系唔贪你呢啲啊，咁啊即系好噶，系啊，你就会中意嗰个城市咯，即系多啲好人嘅话。咁啊，之后今次去德国有食过啲咩好嘢？其中话有一餐正，即系迟啲我都有拍低。有一餐咧就系 EA 搞个海滩派对，哇！啲嘢食嘅舐舐嚟，有多到不得了啲嘢食，自助餐得嚟，即系好少自助餐咧系样样嘢都好食。嗰日就真系有牛扒，啲牛扒咧生熟程度啱啱好，之外咧系厚到黐线，两只手掌咁厚啦。啊！饱咯，即系你斋食个牛排已经劲饱，之后啲青牛咧又新鲜鲜甜啊，跟住仲有啲咩啊？又有咩三文鱼啊？嗰啲三文鱼咧又唔干嘅，即系佢煮熟嘅三文鱼，系咧就攞啲竹夹咧夹住嚟焗定点咧，所以咧就好有肉汁嘅。
唯一就比较唔好食咧，就系嚿鸡咧，嚿鸡又比较鞋啲，但系其他嘢都好好食。跟住咧又任饮啦，你中意咩嗌酒？你中意饮酒嘅狂饮酒，跟住中意饮水嘅就好系咁嗌水啊、可乐啊，跟住又有嘢好多嘢俾你玩啊，有得即场踢沙滩波啊、剩啊，咁啊都几正。呢一个系我其中一个我觉得最好嘅地方啦，即系食过啊。之后仲有食过啲咩？有啲咩豬手啊嗰啲咯，都系普普通通。我覺得德國嘢有時就係太過酸啊，唔係太過鹹啊 ，sorry， 酸菜又勁酸勁鹹，即係佢哋比較重口味嗰個兄弟都咁講。即係我話咁，你平時食咩啊？佢話自己煮，我話自己煮比較多。佢話咩咧？因為咧，佢話啲口味太重，唔啱食，好濃味啊。啊！跟住仲有咩？仲有佢话咩？德国咧，佢话超市有分嘅，有两种肉，一种咧就系咩急冻肉，急冻肉咧就有啲腐烂嘅味道啊，唔知系咪摆得太耐。新鲜肉咧，佢话靓好多。佢话不过即系喺德国咧，就即系喺外国食嘢咧，就佢话咧，即系自己煮同出去食咧就平好多咁样咯。好。在德国我觉得最贵是买嘢饮，即是你在餐厅你嗌杯水可能就两欧，即是20几蚊港币，嗌杯咖啡就3-4欧，就30几蚊港币。你吃个饭呢，有碟意粉可能即是11-12欧罗咁样咯。所以其实欧洲呢最贵呢，我觉得食嘢都未话好贵。即是你平时香港地夜晚晚饭都100几蚊啦，是吧？啱啱啊？是咪？咁所以就係咁样囉。我自己煮係平过出去食好多，即係个价钱。明唔明？嗰个兄弟係咁讲，所以佢就鍾意自己煮。又係咩？食过一次中餐10几欧又难食，咁你去外国街食返鬼佬嘢啦，稳阵啲。鬼佬煮中餐未必好食啊。因为车费最贵係啊，车费都比较贵啊。车费我觉得搭1-2站都3-4欧啦，都已经系吓、啊。不过我见到好多德国佬，其实我怀疑佢偷搭车。点解咧？搭霸王车，佢咧正常咧一入去咧火车度有佢有分两种嘅，一种咧就叫大，即系川州过省咧就叫火车啦。我咁样讲，另一种咧我就叫地铁，就系、是、咧城市入边啊，科隆就会有一个城市铁路，有个 U 字啊，嗰、那个北头系咁样。咁咧就咁我搭过地铁嘅时候咧，正常咧你一入去咧就有部机，就有个插槽，你要怼张飞落去。如果你未买唔似飞唔紧要。地铁入边咧都有部机咧，就俾你去补飞啊、买飞嘅咁样啦。跟住我见到咧有啲鬼佬咧，一开头咧扮买飞，咩为之扮买飞咧？一揿个站先，揿揿下，就跟住咧，我唔知佢做戏定点样啦。佢就整一个哎呀咁样，即系摊大手板嗰啲咁样扮抄下银包之后，跟住摊大手板。咁咩意思咧？就类似我 feel 到个表示咧，就话我冇散银啦。哎呀，咁样冇散银添。跟住咧坐埋位，之后就成程冇见过去俾车啦，即系冇买个车飞啊，同埋有好几个直情即系入都冇入飞咯，直接坐喺度，因为咧就算你买月票嗰啲咧，佢话咧都要怼落去嘅，佢会有个记录噶嘛。如果你冇记录，点知你有冇用过月票啊，或者点样啊嗰啲咁样啊？你即系好似你入闸咁，八达通正常要拍一拍卡先去坐啊。咁佢哋就冇咁样做咯，就见到有啲人有偷搭车啦，我见到有偷搭地铁啊。火车就耐唔耐有人查飞啦，但系就唔系即系嚟唔系次次查，间唔时有查咁样咯，啊，好，小心啊！又系咩月票唔使打飞啊？我听过佢话咩搭10次喎，我有个兄弟同我讲话，即系佢有分咩搭10次嗰啲飞，跟住你就要。佢入落去，佢会帮你钉个窿定抌个印咁样之类嘅喎，我唔知道啊，咁我唔熟啦吓，但系好明显嗰个近买飞嗰个就一定，嗰、那个肯定走唔甩啦，扮霸王，扮买飞搭霸王车嗰、那个一睇就知佢系坐霸王车，
太差，佢个气 overacting， 诶对住我喺度咁样耍手拧头，就知道佢做咩啦，啱唔啱？好，有人试过俾人罚咗500蚊啊，之后冇再玩呢啲500欧罗定咩啊？佢话咩九倍，好似听人哋讲话咩？如果你冇搭即系搭霸王车嗰啲咁样咯，吓、啊，好。今日仲有啲咩想讲？有人话有冇坐德国的士冇？德国的士好贵嘅，听人讲话咩？又咩？一话一起标又2个几欧，跟住佢咩加得劲快，佢咩搭一段路就已经15欧，即系15欧系几多钱啊？好似系每我唔记得佢系咪每人夹10几欧，好似唔系，好似总共系10几欧啦，都150蚊港纸啊！因为我有听过啲朋友搭车，我唔知佢系几个人一齐搭啊，系夹粉搭定点样咯。总之起标咧，一开头咧就系2.5欧罗，之后咧佢话行一段路咧就已经跳得劲快，佢话啲猴子系咁加，啪啪啪，佢啊系咁狂跳，咁咧加得好快，咁最后埋单我唔记得系一个人要俾15啦，定系4个人 total 咧就15蚊欧罗咁样咯。但系如果你话好近路程，都已经4个人夹埋15蚊欧罗。都已经超贵啦，香港都要起码荃湾去边度啊？荃湾出到嚟观塘，我谂就150蚊啦，系嘛？差唔多啊，都好长路程啦。咁佢就唔系，佢就话短短地已经超贵噶啦。即系欧洲呢啲啊，当系奢侈品定点样啦。所以佢话冇咩人喺欧洲搭的士嘅，通常都坐铁路啊嗰啲咁样咯。啊，好、哦，我识噶。跟住仲有咩德国嘅见闻咧？我谂紧，哦，小心啊！同埋我见到好多人都周地掉垃圾，都污糟嘅德国科隆嗰度，同埋都有好多嗰啲露宿者啊、执垃圾嗰啲人啊、抄垃圾啊嗰啲咯，有好多呢啲，即系都可能贫富好悬殊啊，嗰啲咁样咯，会见到好多人抄垃圾啊，嗰啲执水樽啊，有啲咧就即刻冲过嚟执嘅就啊，喺你餐厅咧出面咪佢哋好兴嗰啲露天位嘅，一见到你行开即刻冲过嚟攞个樽，一个玻璃樽咧喺欧洲好贵喎，2.5仙，即系2.5毫子，咁咧就系2.5几咯，吓、啊。你买任何玻璃樽饮品咧，都会收你25仙，佢又要按樽啊！佢哋兴咁样咯，啊！我有冇食嗰啲咩香肠？有都有食香肠咯，都系咸咸地。我又唔觉得话好好食，即系德国，即系你唔会觉得哇呢条肠真系绝世好肠啊咁样。唔系话好特别嘅，普普通通就系香肠嗰啲普通平时食开嗰啲味咯，咩厨师肠，咁啲酱汁可能有啲唔同啦。我话其中一个最科隆嘅特色香肠系咖喱肠，嗰位兄弟就教我叫咩 curry wurst， 就叫做咖喱肠。跟住佢又教我啊咩？你知唔知一德文点个 one 啊？德文 one 咧就叫做矮矮，就系一二咧就刷刷刷刷就系二啊！呢、這个就系矮刷，我就系记得，我就系识得数到一同二。之后咧咩 please 啊，唔该啊 ，sorry 啊 ，excuse me 就 bitte schön bitte schön， 佢哋就系你会成日听到佢哋讲 bitte schön 啊，跟住就仲有咩咧？谂下先，我仲谂下，我有啊系，仲有一个教赞人靓女啊靓仔啊，就叫 do be schön do be schön。我有一次同人哋讲，佢话我读得唔正，佢一个顺，佢系最尾条脷要顶上去，跟住系一个 N 音就顺啊，即系佢 do be 顺，佢就系咁样。我赞一个靓，我赞一个德国佬靓仔，之后佢话 thank you， 哈哈哈哈哈。跟住佢又隔，佢问我，诶、欸，佢话你嚟 Gamescom 做咩啊？因为佢系其中一个摊位嘅职员，之后我话我嚟打 FIFA 咁讲，佢 oh FIFA， 佢话你 like 足球啊，我都中意。之后佢问我撑边队。
之后我答佢咩多梦，跟住佢就话 Oh no， 佢话 wrong answer， 之后我话咩啊，中意边队都有 wrong。都有对错咩？佢话佢话咩？我哋德国系咁嘅，佢话中意拜仁就好憎多蒙特，佢话中意多蒙特嘅人就好憎拜仁嘅。佢话咁跟住我话你一定系好中意拜仁系咪？佢话 yes， 跟住话。跟住我话点解争多蒙啊？冇得解噶，呢个系即系佢哋嘅即系习俗，类似系咁啦，所以就系争啊，佢话好好争呢个多蒙特咁样咯。跟住仲有另外一个兄弟咧，就都专程过嚟揾我嘅，佢就唔知喺本身喺。拜仁嗰头之后就搭火车过嚟同我见面啊，之后我哋喺度饮茶，我又请佢饮餐茶佢啊，因为佢带咗手信俾我，佢买咗樽啤酒俾我，咁咩拜仁啤，佢话嗰头咧，跟住佢都就嚟要翻香港啊，佢都但系佢嘅感觉都系话俾我听，德国人咧就。即系比较酷啲啊，同埋咧佢两嗰两位兄弟咧，德国度留学咧，都会觉得德国其实某啲情况下咧系比其他欧洲国家落后啊。即系你要成日以为，咦，德国好先进啊，即系你睇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啲坦克又劲，咩西药又出名啊，咩重工业啊 ，Benz。但系咧喺民生嘅设施上咧系有啲落后嘅，例如打个比喻咩咧，佢哋好多地方咧其实咧系唔收嗰啲 Visa 卡嘅，同埋就算收卡咧，可能佢哋收咩欧洲卡，有啲卡我俾落去系用唔到啦。佢话呢个就系、是、因为你睇其他嚟瑞典啊、英国嗰啲咧就比较发达啲，即系全部电子交易啊比较流通啲嘅咁样啦，此其一啦。第二咧就系例如睇火车搭火车，有时咧你睇嗰啲路牌都乱七八糟，唔知写乜嘅，即系好个系统咧唔知揿乜。跟住买飞机咧又系好复杂嘅，你又唔知点样，好难用嘅，系咪劲叻笃咧又笃唔准啊，狂拍啊，劲大力笃啊！啲唔对唔准啊，同埋你睇到啲机系旧噶啦，你就知道噶啦。同埋嗰啲入票机嗰啲，你都知道系我啱啱讲地铁嗰啲 check 飞嗰啲咧，都系比较旧啲咯。即系你会觉得系喺呢啲位咧，你又会觉得系比较落后啲啊。有咩买飞机？买飞机咪即系地铁车飞嘅机，又唔系飞机 airplane 啊。同埋佢哋好中意攞散银啊，找到劲多银仔，一抽二烂又劲多几多线啊，又即系成日佢哋咧啲侍应攞个大银包啊，即系同我好耐以前去瑞士一样，喺度找啲银仔俾你咯，找个陀手银烂脚。有咩用银联啲黐线？我一冇用银联，我 Visa 啊 ，Visa 有翻欧洲同亚洲嘅。傻猪，你去啊！你去下，你啊知啊！你香港嘅 Visa 卡入去咧，嚟你买车飞怼落去，跟住佢叫你输入密码，心谂黑人问我咩密码啊？平时碌卡都唔使密码，签名或者龟嗰啲系欧洲卡。如果佢欧洲卡咧，你怼落去咧就好似唔使密码嘅。总之就系有呢啲咁嘅嘢啦，佢会识别错一啲咩。跟住你谂住拍，咪有啲 Visa 卡可以拍卡，都系过唔到啊。总之佢就会当咗呢啲咧系。即系啲咩驱马定点错咗定点样啦，冇用。我嗰两个兄弟都系咁讲啦，佢话你要分欧洲卡，佢话佢嚟到咧就申请咗呢一头嘅，即系呢间德国银行咁有啲卡咧，咁你先至可以畅通无阻啦，舒服啲。但系有啲地方都系唔收卡嘅，有啲餐厅啊、便利店啊，佢哋都系唔收卡嘅啊。佢哋便利店都叫做咩 Kiosk K-I-O-S-K 嗰啲咁样啊，因为欧洲地方系用 debit card 啊，我唔知咩 debit card， 唔知喎 ，debit card 系咩啊 ？debit 就系嗰啲咩债，听个名唔系几好听，负债、欠债卡，听个名唔老礼啊。啊，所以就冇用咯。啊，咩预付啊，有 Visa、Debit，
即係佢話好似嗰啲八達通啊、EPS 嗰啲咁樣，哎呀，俾人射入咗。啊，佢話即係 EPS 啊。好，咁啊就係咁樣咯。呢個就係我對德國嗰啲分享咯，見聞啦，啊。你有冇啲咩想有关德国想问？冇啊，讲其他嘢啦。啊，俾你问下有咩德国有想知嘅啊？好，我觉得德国最差就系食饭啲侍应啊，最差噶啦。即系点都好，你嗌佢，首先你坐低咧，一定要等坐底啊，五至十分钟先有人招呼你，呢个紧。即系你永远嗌亲佢话得，我会过嚟。佢意思就系咁啊，就叫你坐低 sit down。即係態度都唔係幾好啊！佢話我會過嚟，冇叫我。之後但係你總之咧，好似你舉手啊，總之做乜都唔得，一定要佢自己嚟招呼你。你嗌佢係唔得嘅，佢中意幾時嚟招，即係貼錢買難受啦。總之就係你唔好嗌佢，我嚟，我中意幾時俾餐飲你啊？幾時問你落咩單？我幾時我係先至係皇帝。啊！我先即系佢感觉佢先至系顾客，佢先系大爷咁款咯，系咁样啦。总之佢唔高兴啊！你入手啊又好，叫佢又好 ，hello 唔该佢就已经系好唔中意啊！一定要等佢自己话事，等佢侍应发版咯。我觉得呢一个系争最远嘅，即系比起美国啊、其他地区、英国又好啊，嗰个侍应系。即系服务态度上咧，系最争最远，我又觉得系咁样咯。啊，系啊，有啲兄弟话咩人哋规矩系咁，问题你等咗十分钟咧，大佬啊，你唔知佢记唔，我唔知佢系咪唔记得咗你呢下先问题大啊！上年我同 E A 啲人去食饭，去埋单埋咗成20分钟，佢都顶唔顺啦！成间餐厅唔系话爆晒，个问题系即系我记得室内同室外啦，室内最多两台人，室外我谂都系四五台到，唔系好多。之后佢就等咗好耐，跟住佢就系咁样讲 E A 嗰个上年嗰个负责埋单嗰个人就咩？咩 inefficient way in an efficient country， 佢系一个讲求效率嘅国家，但系呢啲嘢咁冇效率嘅咁样，哇死仔啊！咁样 kick 跌到，呢个就系啦，呢个 EA 嗰个都系外国人，就唔系净系我先咁讲，佢都系话佢啲态度麻麻地嗰啲啦。同埋鬼佬唔一定啱啊，嗰啲咩？即系嗰啲规矩啊！你以为嗰啲规矩系一定啱啊？即系有问题都会讲啊，大佬呢样嘢咩叫人哋规矩系咁？同埋我可以话俾你听咧，系有个分别嘅。你如果讲德文咧，你见到佢咧就笑笑口 ，hello， 佢哋喺度讲啲德文，你听到佢哋讲得好开心。即系对住啲外国佬啊，话知你系白人又好啦，亚洲人又好啦，黑人又好啦，就即刻就系 hea。嘢你啊，黑口黑面冇表情啊，或者态度唔好啊，就系咁。佢哋系中意招呼德国佬嘅，最中意又会有讲有笑，主动埋去。一见到你系外省佬咧，就系麻麻地老皮噶啦，呢个肯定系真的。问过好多佢外，即系嗰啲其他嗰啲。美國嗰啲 game changer， 佢哋都係咁樣，同樣有呢個感覺嘅，係嘛？又係呢個真，咩德國民族性比較強啲咯，所以我係好中立，我講嘢就唔係喺度話咩亂咁話人係嘅，佢哋嗰個餐廳係咁樣，但係咧我話去咗 blue 嗰度咧就會好少少嘅，啲侍應都會 nice 啲啊。但嗰啲好似都唔係德國人嚟，佢哋嗰啲係可能係啲中東裔啊，或者嗰啲希臘佬啊嗰啲咁樣咯，就好人好多啊。咩？德國人好串啊，係咯，有啲咯，感覺上係串啲咯，啊，同法國佬差唔多。即系唔系嗰啲嗱，你对比起美国佬嘅话，就系冇咁友善嘅。即系美国人咧，就无论咩国籍都会对你 hi，
How's everything? I hope you have a good day. 跟住 May I help you? 佢係咁講，我可唔可以幫到你呀？啊，佢係咁樣，個侍應係咁講，我有冇咩係可以幫到你噶？咁樣啊，我唔可以為你服務啊？咁樣咯，好真摯嘅笑容啊！冇咩壓力嘅，同佢講嘢，即係就算你口窒窒唔識英文咧，呢個 this is what 啊，你咁樣講佢都會答你。哦啊，呢個咧就係、是、你唔識聽，佢就會整隻魚嘅形狀手語同你講啊 ，fish swimming 咁佢都會講得好好嘅，即係有耐性咯。跟住德國佬人。你知啊，德文點識睇啫？嗰啲咩就咁一個德文字，讀完你都唔知咩啦。跟住你問佢，佢就已經，你就見到佢就係嗰啲好似嗰啲皆大歡喜流感嗰啲表情，跟住咁一個頭惡兩惡咁樣摁兩嘢嗰種咧，你就知道，跟住就即係冇有氣冇氣啊，即係冇氣冇費事同你講嗰種感覺咯，就會。啊！又即刻同佢讲食屎，唔够胆暗串啊！我话唔好啊！又得好得食，好食咧，系嘛？啊！咁样咯，呢个就系我对呢个德国嘅感受啦，吓、啊。好，又讲下琴日嗰个电。昨日出了三個活動啊，即係都好多。第一個就是電競音樂戰啦，紅白對抗賽。咁今年我就唔係做隊長嘅，做隊員，因為玩兩個遊戲。第一個咧就係、是、玩跳舞 ，Just Dance。跟住咧，第二個咧就係、是、玩呢個俄羅斯方塊 ，Tricky Tower 唔係俄羅斯方塊啦，即係雖然個遊戲模式係一樣。咁之後呢就玩呢、那個嗰個出跳舞嘅時候呢就都幾其實我一路到而家都唔係好知道 Just Dance 嗰個評分係點樣即係嚟跳舞機你好清楚知道咁樣咩 good, 咩 great, 幾多 combo 嗰啲呀跟住嗰個有時我明明我覺得我明明跳啦好準確但係佢又冇計到分。唔知点解，我谂住我应该系攞至少都90%啊，嗰啲咁样咯，但系就唔知点解咁样啊？因为咩？大哥玩 trick guitar 话好劲啊，地基好稳又有美感啊！我玩跟住咧就第二铺咧就即系其实每次第二年红白对抗赛啦，我每次玩呢、這个。Tricky Tower 咧，我都系最紧张刺激嘅，因为次次去到最后咧就谭杏蓝咁咧就会同我喺度晒 bad， 佢就话咩啊？如果输咗咧，佢就话咧，佢就咩嗌又嗌我一声阿哥咁。上年就即系我就赢过马鼻啦，咁咪赢咗，咁又佢就叫我一声大哥。就今年佢话咩又再嚟一次。跟住我话，跟住佢话咩？如果我输咗点啊？我话咁，我要嗌翻你做家姐啦。我咁样讲，话我嗌翻你做大家姐。跟住佢话咁，你输咗咧，咁谭咏麟就话跪，今次跪埋，我话咩跪地嗌你声大哥。之后咧，其实点解我会即系平常咧，我可能都冇压力咁大。咁啊，点解压力大咧？我啱啱喺德国翻嚟。状态未复原啦，其实我去之前都病病地嘅，大家即系唔知道，即系我本身有咳紧啦，跟住咧同埋好肚痛，成日唔知点解成日好肚痛，之后我系即刻咧去德国前啊睇西医，之后带住啲药过去德国，日日喺度怼，咁咧翻到嚟咧就咳少咗嘅咁样啦，肚痛都冇咁犀利啦，咁样旅行医病，咁讲翻呢个啦，玩 Tricky Tower， 咁我话觉得我喂一嚟 jet lag 啦，即系状态未复原，二嚟就即系又病，咁都有啲担心，唔系一个即系十足状态打呢个 Tricky Tower， 惊哎呀慢咗啊，反应啊点咁样啦啊。好，跟住咧就，喂、哎。可惜啊！同埋三黎咧，我仲想讲就系啱啱讲啊，系啦，
就是谭孟蓝都几劲嘅，佢玩砌砖雷，上年睇落去咧都知道，佢自己都话我好劲噶，佢都咁讲，我唔斋啊，咁系真系有啲都有啲料到嘅。你见到佢砌砖，佢平时都唔系成日打机，但系你见到佢砌砖，佢个脑可能都反应好快。系之后咧就开始打啦，咁样，同埋咧我嗰日咧嗰个手掣定点样，系有少少唔灵敏，冇电啊，系咪唔灵敏啊？我唔知玩第二铺嘅时候系冇电，我记得唔知 case 定边个人又讲话咩冇电，咁啊又照打啦，硬住头皮，咁啊之后即刻出尽全力啊，即刻狂砌砖，将啲嘢冧晒落去。但系我都系起得好稳，我系尽量唔会有啲咩窿窿罅罅，我地基系起得好完美。跟住嗰啲佢哋问点解会咁样，我话我有强迫症，我话我一见到啲嘢唔系整齐，我又好唔舒服。我所以我一玩呢啲啊特别劲，即系咁啊，结果咧我就系、是、我唔记得啦，一路打嘅时候我都好专心喺度玩紧啦，但我记得我系有第一名、第二名，即系叮当码头，咁最后我即刻见到有即系有啱路砌咧，就极速起高，即系已经唔理啲地基咁踏踏踏踏踏，之后就极速赢咗咯，之后就成功。今年亦都唔使再嗌人哋哋家姐吓，咁啊继续咧就赢啊咁啊。我爱心心咯，啊咩文科仔起楼，系啊，有咩你唔知道港大个建筑咧系阿 k， 即系你唔知系可以文科仔都可以读到阿 k 咩？建筑师最紧要系个脑啊，起得稳唔稳阵咧系嗰啲叫 engineer 啊 ，concept 上咧就系建筑师 architect 啊，知唔知啊？明唔明？咁之后啊，等下第二铺，跟住又打街霸啦，打街霸咧都几有趣。有啲兄弟，有啲女最有印象有一个咧，佢话佢冇玩过街霸女仔嚟，但系咧就佢识出招，即系个真空波动。跟住咧，佢啊同我讲话佢冇打开街霸，但系咧佢就有集开武，唔知打泰拳定乜鬼嘢，唔知有冇帮助啦。之后最后我系放水放得太多，想追都追唔切。即系输鬼啊！所以佢嗰个都几得意啊，几特别啦。即系同埋有一个人用司令都几劲嘅，即系我就要用，即系我都要系认真同佢打咯。最后系即刻出个超必打赢佢，咁啊几开心嘅。呢个打街霸系啊，打街霸系几过瘾嘅，即系有一啲观众喺度，同埋比较耳鸣，大家都睇得比较肉紧啲啊，会一出超必啊，通常大家嘅反应都即刻自己喺度，哇哇哇，即系会比较刺激咯，有个斗兽场嘅感觉咯，我都好中意。之后最后一个活动咧，就系送嗰个电脑啦，送嗰个30,000蚊嘅水冷机啦，咁送出去咧就最后咧就嗰位兄弟咧，我就觉得系实至名归嘅，佢赢到就系、是，因为咧最后我就要问一个终极问题啦，即系佢之前已经过咗好多考验啦，最后一个终极问题就系问佢啦，阿哥究竟喺即系嗰段砌机片入面做咗啲咩事情咧，搞到咧最后咧人工咧本身可以做城仔嘅邻居，最后得翻100蚊咧。咁我一开头咧，呢位兄弟咧都好紧张啊，死咯，点答？因为我话慢慢嚟，唔使紧张嘅，我就教佢一个方法，我好好。我话你谂啊，我话你由头谂一次段片噏啲咩？我话你由头讲啊。之后嗰日佢就啊，佢就醒叻仔，佢啊真系跟住做。啊，我一开头咧就话咩，达哥就话咩砌机，话咩哇咁样单手砌。都砌几廿部啦，咁啊好快啊，几百万上落啊，做城仔邻居，我话啱。即系下一个咧，跟住咧佢话咩就喺度扭螺丝啊，答咩一路扭就要对镜头笑一笑，跟住我啱喎，得会得几好啊。之后咧，跟住佢就之后咧就咩烧条管，之后跟住话跟住烧到挛晒，佢啊系啦，呢、這个就系第一个做错嘅，跟住啲人已经拍晒手掌啦，话做得好好。跟住啦，明啊，可惜啊。跟住咧之后就问，咁啊，跟住继续讲落去啦。跟住咧就话咩？话之后点啊？第二件错事系咩？跟住佢话咩？老板亲自出马。之后跟住咧，跟住佢话咩？达哥开始咩咧？咩发嬲，啡啲水落去，啡到成地都系。之后话哦，呢、這个就系第二件错事。之后全部人拍晒手掌，就话佢真系有睇。
即系唔系就咁飞咗去嗰啲，即系哦点样攞奖啊咁样啊，净系睇最尾就唔系嘅，就好乖咁睇晒所有嘢啊，知道晒啲内容咁啊，所以俾佢啊，即系实至名归啦，非常之好啊。跟住佢话攞咗啦，哦，有个机会。就是咩真心勁啊，係啊。咁啊之后呢仲有一單新聞係讲咩呢，就係讲小丸子啊，小丸子个作者啊，即係今日呢就离世。享年係53岁。如果你有睇小丸子呢，即係你有睇过啲生平故事呢，佢有讲过小丸子个成个故事呢都係即係根据作者本人嗰个生活写照咁样改编而嚟。咁其中一个改编最大呢就係佢爷爷有状。佢话呢爷爷呢其实佢话本人啊，作者本人同家姐呢其实本身都好憎个爷爷，佢话爷爷比较衰。即係佢話咧喺小丸子入邊嗰個爺爺咧，咪成日同小丸子玩，老錫佢。佢話係佢理想嘅爺爺應該係咁，即係會陪下佢玩啊，陪佢放肆啊，氹佢。但係佢話咧，現實生活中咧就唔係咁樣咯，即係所以佢就有一個投射。咁現實生活中有冇花輪同學？我諗相信可能都有，但係最後小丸子係同花輪同學一齊啊嘛。我記得好似故事最尾，好似又講花輪同學係冧小丸子。咁啊，我話唔知作者真正個老公係咪又係好似花輪同學，就唔知啦。但係呢個就係你可以見到小丸子諗啲咩，其實就係同作者差唔多啊嗰啲咁樣咯啊。有咩唔使睇了？小丸子有边个未睇过啊，大佬啊！即系呢一个好可惜嘅事情啦，小丸子咁啊，有啲人都喺度讲啊，小新嘅作者又过咗世啦，跟住叮当又即系好多呢啲卡，即系点啊？细路仔睇开嗰啲卡通片嘅作家咧，就已经系过咗身噶啦，叮当又系啦，小新嗰个又系啦。小丸子又系啦，咁就即系又系个时代嗰个问题咯，就系即系陪伴你长大嗰啲卡通人物嘅作者咧就过身啦，咁佢今后嗰啲咧就唔知个作品个去向何从，咁系比较可惜嘅呢一个系好遗憾嘅事情啦。佢点解系死？好似系都系生病，我唔记得系咩病啦，我记得系病死嘅，都系我谂都系可能有时漫画家压力大啦，即系。普遍日本嘅漫画家嗰个寿命都唔系话好长寿啊！又系咩？乳癌啊，系啊系啊 ，cancer 啊，系啊，我都记得，系啊，乳癌又比较可惜啦啊！又系咩？鸟山明未死。廖山明可能因为佢而家休息啦，佢醒目啦，佢知道唔可以再做落去，因为咪大镬啊！好早咧就收笔啦，啊金盆洗手，只得闲搞下啲劇场版啊，叫啲人画啊咁样咯，啊可能附间都系咁样啦，我唔知啊。咁啊，我哋差唔多啦，系时候转个游戏先啦，请等等。所以你哋唔好成日闹附间啦，咁呢幅图呢就由芝芝兄弟所画，请等等转头先，请等等。
呢一隻游戏呢就叫沙漠啦。啊，先讲下啲生日快乐先啦，一阵再讲下呢只 game。边位生日啦？Kim Yi Wong， 唔好嬲啦，咁啊激嬲嗰人啊嘛，咁啊希望你快啲好翻。李敏慈生日快乐，陈敏芝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陈嘉琪生日快乐，仲有咩？Jessica 生日快乐，陈晓华生日快乐，仲有咧？陈志强生日快乐啦！咁啊，仲有一位兄弟咧，就要需要大家嘅支援嘅。咁咧，有位兄弟咧，今日就同我讲，啊，佢好不幸地咧就患上咗一个叫做淋巴肿瘤啊。咁咧，佢听日咧就要即刻咧就要入去医院咧就去进行化疗。咁咧为期半年嘅，咁咧佢就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俾啲支持同埋鼓励佢，咁啊即系希望佢啊身体健康啦，早日康复啦，咁啊化疗咧就顺利，咁啊早日咧就可以即系消除呢个肿瘤嘅病患啦，咁啊希望大家都祝福佢啦，好嘛，咁啊相信佢而家都听紧嘅，咁啊你要知道就好多兄弟都会支持你嘅，咁啊喺医院度咧就唔使太担心吓，即系大家都会喺度嘅照旧，咁啊祝你成功医好个病咁样啦，啊，咁啊好啦，讲下呢个游戏啦，呢个游戏咧沙漠咧就系一只咧，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嘅游戏嚟嘅，即系我人生入边一个好重要嘅游戏，咁啊即系。呢只游戏咧就俾即系对而家嘅观众嚟讲咧，就可能会即系点讲啊？你哋未必话觉得好吸引，因为毕竟咧呢、这个游戏咧就已经系好多年前啦，可能都唔知道有冇十几年前啦，起码十五年啦，我谂都有啦，坐底十五年前嘅产物嚟嘅。咁就即系以现时嘅角度啊，或者点啊，可能你就会唔系咁中意啊。但系咧，我就自己好中意，所以咧我都系想继续玩呢个游戏。咁啊，因为好难得佢重制啦，呢个系我嘅一个儿时嘅回忆，陪住我成长咁样咯。佢喺我心入边嘅地位好高啊，即系我谂人生入边都系 top 三嘅游戏之一。我认为咧呢、这个游戏咧就系人中之龙啊，即系你最即系好中意嘅其中一系列咧。其实甚至乎 GTA 嘅先河。因为佢系最先咧，有即系个人咧就有好多自由度，可以做好多嘢。咁啊，当时 game 书叫呢个游戏咧系冇一个种类嘅，即系你平时咩 RPG 啊，点点点。咁啊，而家有啲咩 GTA 叫咩沙盒游戏，当时咧沙漠呢个游戏嘅种类咧就叫做 free 自由啊，佢独创一样嘢出嚟啊，自由。即系所以咧，你而家嗰啲咩开放式世界啊，其实咧，我认为咧，其实都系。启蒙自呢一个游戏咧，即系佢个系统咧就整得最好，即系最完善啊！即系甚至我觉得系都比人中之龙有过之而无不及嘅。咁事不宜迟，我哋开始下先啦。咁啊，例牌揿下啲选项先啊。睇下先，切换奔跑呢啲唔使揿啦。我最主要系想听下嗰啲音讯语音，咁啊拣翻日文啦，因为主角都系日文啊。睇下先，文字语言预设。声音及文字，其实我都唔知道，就咁啦。是否要储存变更是？哇，呢啲音效都好有回忆感。叮叮叮叮，新游戏开始啊！逛横须贺，哇，读碟快咗好多。系咯，呢个就系主角啊，好正气一个少年。惯啊，你见到啲牌烂咗都知咩事啊？就系俾人踢馆，八月武馆。啊、有架车啊！唔通有人嚟踢馆？好嚟啊！噔噔
咁如间屋都几靓。哦，阿杜婆婆，杜婆婆。阿娘，我冇事，但系你白衣八月师傅佢，我老豆。仲慢吞吞，老豆有事，咪第一时间冲过去，仲慢吞吞啊！啲音乐都做得几好，讲真的。好，大雪纷飞嘅呢、這个晚黑，究竟发生咩事啊？狂啊！啊阿福，阿福福头，廖生，阿娘啊，福头，好，一步一步慢慢入去，一睇支福头啊，废柴啊，好似王菲用嗰啲咩牙刷扫一脚俾人兜开，好，呢个就系。师傅，我老豆呢、这个人叫南帝，系四天王之一。老豆，我后面等啊，阿亮。我再问一次，块镜喺边度？我系唔会话俾你听。哇！日夜闪身避开，再避完全打唔中人喎。哇！咦呀！哇！人哋手都唔用，斋用脚。哇！一夜转身踢，啪！啊！呢、这个男帝劲好多。老豆，呢、这个契弟，哇！啊！很多。而家，无论你问几多次，我都唔会讲噶啦。哇！何首能佢典型嘅唔嚟可能做我，而家俾人做人质。冇啊冇啊！将块镜交出嚟。如果唔系你个仔就会，冇啊！块镜埋咗喺樱花树下面啊！好，啲黑衣啲靓即刻去揾。你仲记唔记得边个系赵宣明？赵就系你盲转杀死嗰个人嘅名。冇可能噶，你系起身，我会好似俾你好似一个武士咁死。哇！老豆。慈善攞拳头杀死人，林帝大人，我哋攞到啦！咦，呢个系佢纹身，呢个纹身系代表唔知咩蚩尤门定咩？如果冇记错，好似系定咩？老豆，老豆啊！原谅我啦，我抌低咗你一个人。你讲咩啊？老豆。老豆，啊，你
嘅朋友。保护好你嘅朋友，嗰啲你重视嘅人啊！何雅芝，冇啊，老豆。何雅芝，老豆。何雅芝，老豆。咣咣咣！其实第一时间应该即刻报警，讲真的。又系咩？今年三岁啲系咩 game？ 呢只系好游戏啊！你玩你睇完就会知道。沙漠四日后，哇！而家捞碟快太多，嗰四日后我想睇耐啲，以前就耐少少。滚滚滚滚，好呢啲系送信嗰啲啊！八月，我哋系姓八月，你要记住。八月嘅发音你知唔知系咩？哈兹杰哥，佢就系咁样，一阵佢会成日会提到。旦那什么人哦？啊，有封信俾白夜公噶喎，俾老爷噶喎。同埋呢个老女人咧系好重要嘅人嚟嘅，往后都会见到，你又会知道。噔噔噔！继续喺度发紧恶梦，呢个就系佢梦啦，翻去老豆同佢打紧嗰个场景咯，同男帝。但系佢觉得呢个人好邪恶咯，呢个男帝好阴森。噔噔噔噔噔噔，梁的布屋。嗱，第一呢个咧，呢本簿咧就往后都好有用嘅，话俾你听嗱，打差佬啊，打110，消防哥119，天气报告177，查电话号码104，跟住咧呢啲又有电话号码嘅，伊藤直之啊，袁其望啊咁，有个农民嘅镜子被偷了，男帝啊乜水啊就杀咗老豆，着住龙袍，功夫非常奇特，手臂有刺青。个孟村老豆杀咗个叫赵书明嘅男人，究竟嗰日发生咩事呢？咁呢个就系你个调查笔记啦。咁往后嘅所有线索都会喺呢度揾到啊。好嗱，咁呢只 game 咧实时，你见唔见右上角咧就时间一分一秒都流逝啊，好真实嘅。呢只 game 嘅时间咩朝早啊、日头啊、夜晚咧，所有嘅嘢咧都会有变化嘅。所以咧系好逼真嘅，跟住咧仲有，我记得以前我即刻开呢个柜桶，但我可能我未识揿住，我都要揾啲时间掌握一下先。有冇开呢个柜桶啊？揿掣喂，啊系啦，可以咁样开呢啲柜桶，咁你可以睇到自己啦。哦，攞个奖杯，基本上好多嘢都可以睇嘅。呢、這个有冇开啊？好似冇，出去睇下先啦，睇下咩环境先。好嚟啦，白夜波，阿娘啊，你应该休息多啲先系噶。我冇嘢，真系噶。你咧，你都冇事啊？啊，或者咧，但我而家一定要令到自己好忙碌，如果唔系，我就会觉得好沮丧。你冇，我明嘅，但系你千祈唔好咁辛苦。系噶，少爷，仲有呢个。俾你噶，系今日嘅零用钱啊！从今日起，我就会每日都将佢摆喺鞋柜度。你知唔知阿福头去咗边啊？福头先生啊，我谂佢喺道场嗰度。哦，系啊，多谢你。又系咩咁多？又系咩？每日就会俾零用钱咯，因为巴月亮仲系学生哥，所以咧即系嗰啲零用钱就系靠呢个阿婆，所以我啱啱就话点解呢个人好重要，就系佢系你嘅米饭班主。
如果你冇啊得罪佢啊，大镬啦！因为而家啲财产俾佢攞晒嗱，所以咧你每个时间咧有啲活动啊，有啲嘅故事剧情咧就一定要咧就系、是。即系跟住时间几点嚟，你约咗边个人喺边度等，就一定要喺嗰度等。好嚟啦，因为佢话喺道场伏头喺呢度，好行个礼先，好有礼仪啊！武道家伏头就系呢个败家仔保护老豆不力。阿良，好嘛？唔使担心。我想问你关于嗰个男帝嘅事情。嗰个男人啊，嚟一成个傻仔咁，师傅俾人怼冧咗，咪认真啲啊！嗰个叫做男帝嘅男人讲咗啲咩？男帝话咧话要快镜，然后咧就将我掉咗出去道场啊！黑西装嗰啲友，你知唔知佢呢个名？我唔知啊，唔知喺边度突然间飙出嚟，我咩都唔知道。我知道啊，你真系个废柴嚟，阿福，唔该晒你。如果你记得啲咩就话俾我听啦。不过都唔指意你。阿良，点解啊？你想做啲咩啊？白痴！良，你要去边啊？你唔系要追佢哋啊嘛？啊，唔得噶。冇啊，你睇下，你谂下佢对巴月师傅做过啲咩？佢哋喺我眼前杀咗我老豆，我一定要报仇。我一定要咁做，为咗我老豆。其实啱啱啲兄弟都话福头好可疑，讲真啦，师傅俾人冧咗，你一啲愤怒都冇。冇啊，你冇追佢啊，阿良都正常都话，好嬲啊，点解会咁喊到一滴眼泪都冇流到，哇，仲喺度练拳，哇，死仔爆，唔打镬你唔得，福头咩料啊？关于嗰啲人。如果你会找他们带埋我而家先识喺度扮嘢食屎啊！你冇可能啊！点解啊？我唔想再失去任何我亲近嘅人。师傅照顾咗我，十五岁开始照顾我，已经十年噶啦。佢对我就好似老豆一样。多谢你嘅心意，但你一定要了解，你只系一个废柴。阿亮，噔，诶。得嗰啲咩资讯，我不能麻烦阿福呢啲，使乜抄落去啊？有啲咩你又记得话俾我听 ，OK？ 我当然会啊，我记得可以练功，以前我即刻打镬佢，可能迟啲先有啦。好咩客套说话系啊？好，我哋落山底睇啦，睇下啲咩查下。其实我都系一个富二代，你睇下我间屋几靓啊！又有工人，又有福头，即系我都有啲钱，每个月有几多零用钱啊？几多 yen 啊？2000 yen 啊？即系几多钱啊？2000 yen 十算就200蚊咯。哎，有只猫仔喎，猫仔好 QQ 啊！系啊，之前我记得系咁样望，可以有，我记得可以咁样 zoom 近啲望，但系暂时未有啦。呢、這个 game 咧，其中一个好处就系咁。好多嘢你都可以睇得好仔细啊！好嚟啦，呜呜呜！喂，你死靓仔哟！啊，你揾我咩事啊，哥哥，大哥哥？嗯，冇嘢啊，问下你唔得啊，死八妹呢个咧？喂，你讲，诶，哥哥打棒球啊？我咩？诶，迟啲先得唔得啊？我唔得闲啊。他们会成日叫你欧尼酱，我计啲，嚟啦，哥哥，两哥哥，哎呀，小维啊，嗰个系咪猫仔啊？你应承我会对妈咪保密噶，系咪啊，大哥哥？哦，当然啦，咁好啦，我就俾大哥哥你睇啦。めぐみちゃんの猫かい？呢个系你嘅猫仔啊？唔系啊，但你睇下，呢个猫仔咁孤独，孤独啊！佢前几日落雨嘅时候，有架车撞到佢妈咪啊！我家姐见到佢话一架好大嘅黑车啊！黒い車。
就是老豆被人冧嗰一日。系啊，佢话卡车入边啲人好得人惊，然后我同姐姐咧就埋咗猫妈咪，所以而家我就可唯有我先可以做到猫咪嘅妈咪啦。但系妈咪话咧，我哋屋企唔养得猫噶。それでここで飼ってるのかい？你谂住喺呢度养佢啊？系啊，大家都帮手噶嘛。例如广泰哥哥啦、康夫哥哥啦、佳代啦。哦，好啦，点解好似狗叫嘅？听到佢勾一声。哎呀，猫咪嘅情况好似唔系几好啊！你觉得系咪肚饿啊？啊！即刻偷啲贡品先。等阵先。好、哦、哇，好大胆！八月亮呢、這个人真系黐线，得罪菩萨。好。攞咩啊？豆腐定鱼干啊？吓，你哋想攞边个啊？我就会拣鱼咯，猫都系食鱼干，但系细只 B B 豆腐太油啦，系嘛？咩 Why not both 啊？好啊，系啊，正常可以攞晒嘅。喂喂，做咩？我未拣，喂，我一睇佢最后拣咗咩啊？豆腐啊！下次你哋要快啲，佢自己拣咗豆腐，哎呀！俾个豆腐佢，或者佢唔肚饿呢？唔啱食啊！系啊，只猫，仲有鱼干，不如试下你。如果你弄碎佢，将佢整碎，或者会食。我行啦。啊，咩 bad ending？ 啊，等阵啊，我要帮猫咪改名噶喎。そうだな。喂，我唔得闲啦，谂到再揾你啦。你是不是保证不说大话？拜拜，梁哥哥。第一，喂了只猫吃豆腐，人家还是不健康，分分钟消化不良。啊，有没有立刻拿一些，其实他都挺大胆，在菩萨那里这样拿，拿一些鱼干，有没有再拿？拿喂。他有得拜神的，啊，山之乃神殿。好似冇得攞个鱼干，走啦，时间无多啦，已经同啲细路得嗲下咧，就已经咧就已经系十点搭三啦。因为呢只 game 嘅时间都过得好快，即系你吹下水啊，咁样就冇噶啦。应休啦，已经十一点啦。你落个山，你步行落山已经十一点。喂，师奶，咩事啊？三岛太太，啊，梁仔啊！点啊？事件嘅戏，喂，发生意外嗰日，你有冇见到个着黑衫嘅人啊？黑西装，诶，黑西装啊，冇啊，唔知喎，即系我哋噶。咁你有冇留意到嗰啲咩唔寻常嘅嘢？冇咩值得好讲。我追查噶，我老豆过身，你知唔知啊？可唔可以俾啲认真少少啊？对唔住啊，梁，天气好坏，我唔知啊，唔关我事啊。典型的事啦，你有冇问过住谷太太啊？佢知道呢度所有嘅事情。边个系住谷太太先？你要话俾我听。系咁啊，噔啊，跟住佢就会骂你咩？住谷太太会知道什么？你系咪住谷太太？哎呀，靓仔啊！康多山，跟梁太太，你有冇见到咩着西装嘅友仔啊？事件の日。意外嗰日系咪打雷嗰日系咪啊？冇啊，见唔到啊！原来系咁，有冇见到啲咩奇怪嘢？冇啊，唔关我事，唔知啊。但系主角太太都知道嘅，得啦 ，OK， 得啦。你要问下主角太太啦。そうですか。OK， 好啊。睇下冇地图，有冇讲啊？主角好似都冇讲到啊。总之咧就话俾你听啦，嗰日就系黑西装，即系老豆俾人怼冧嗰日咧，就喺度问呢啲师奶有冇见到嗰啲咩特别嘅人啊嗰啲啊，系啊，呢个游戏其中一个咧，我觉得好正嘅地方咧就喺度咁样嘅。喂，唔系睇呢个啊，大佬，系啊，抽啦喂，哟，喂，我白痴唔系想同佢讲嘢，喂，我呢只。你咪想同我打信角啊，哥哥！哥哥唔得闲啊，收档啦！每个一百 yen 啊，败家仔准备啊，即刻购买先。
你可以即刻扭晒万几 yen 啊！话俾你，叮叮，叮啊，扭个 virtual fighter 扭打先，噶啦噶啦。OK， 好，好幼稚，咁大个人仲喺度扭呢啲，诶、欸，喂，呢个系咩？哇，呢个系咩啊？嗱，跟住你就可以睇下佢做得好仔细。好嘢，当阿刘啊，好嗱，扭一扭啊，攞奖杯。我系咪要再扭多次啊？啊，跟住继续扭，你可以系咁狂扭，咣当。佢老豆死咗，仲得闲扭蛋卖玩具，正宗打靶仔。诶、欸，扭咗咩啊？好狗嘅咧，佢摆啲杂蛋落去食屎仔呢个奸商，我即刻抌咗佢啦！二号波要嚟把鬼犯规。好，买多一个，最后一个啦。劲狗呢间呢个咩阿布商店黑店嚟顶，点可以咁样摆啲咩扭？依家啲杂蛋你咪搞错啊！哎嗱，呢、這个都好嘢啊！嗯，鬼子啊，呢个系啊，最多就系咁样扭嘅啫。噔噔杰克，仲有超音鼠，扭多次啊，唔使啦，唔扭呢个啦。也没得噶，也没好噶，好。面白そうだな我喜欢这些东西啦，摆家仔都摆到出口，就买一个吧。好嗱，又扣咗，咁又冇咗几百 yen， 已经一日嘅零用钱都差唔多用晒。哎呀，哇！即刻中超音鼠正啊！好好嘢，哇！我认得呢个啊，好呢个好嘢，超音鼠咩索尼克。超音鼠啊，超音鼠啊，跟住咧仲未啊，我话咩？我最中意咧，我以前细个就一定会中意喺呢度咁样啊，嗌嘢饮，好，系好似细路仔，即刻饮嗱，你话呢个芬达，呢个唔知咩苏打，呢个可乐，呢个咖啡咁样咯，饮罐可乐先，幼稚仔，跟住你睇住佢一阵饮可乐个样，你睇住啊，你睇住啊，啊，饮可乐先。睇就，跟住一定要喺度扮有型。咕碌咕碌咕碌，好，最后饮完，佢、啊、一定要咁样，跟、啊、住就再饮，啊嗱，啊两次，好，跟住俾你睇下卖广告可乐，跟住咁样完。好啦，今日我哋顺便睇下啦，呢、這个咩啊？咩咩太太啊？呢、這个叫。赤板唔系啦，我哋要嗰个系乜鬼太太啊？我都唔鬼记得咩口啊，咩谷啊嘛，野村，似乎唔系喎，岩田的士啊，系我记得以前系冇得开，而家都冇。公园有冇人啊？有啲人喎、啊，八架先。Hi man。优儿，啊阿亮，即系嗰啲学弟，出事嗰日有冇见到着西装嘅友仔啊？系黑眼镜嘅、嗯雪の日だ。落雪嗰日啊，你有冇记得啊？見てないですね、我唔知啊，原来系咁啊。Yeah. 啊，冇嘢冇嘢，全部人都冇心帮你揾，真由美。哎呀，阿亮啊，点啊？あのさ。我听过呢个前时间你冇过，如果你要帮手过嚟揾我啦。ありがとう。想沟我悭啲啦，我起码都系富二代吔屎啊！你唔帮我揾老豆啊，完全冇兴趣帮你手啊。好，跟住我哋似乎呢度冇人啊，我哋再落山睇睇。呢度暂时未有线索。もう少し。我应该在这附近多打探消息啊。即系我哋一样揾到个乜乜太太，睇下先，嗰本书叫咩啊？住谷太太，边鬼个叫住谷啊？呢、這个唔系啦，近藤，好似呢边我哋未去过，呢、這个叫田 X， 边鬼个叫住谷啊？死山岸。哎，这个叫西田，这边有没有人啊？好，まだ他にも。这附近应该还有什么人？大镬了！问下这个，
你打靶仔，你知？呢度有个老嘢喎、啊，喂老嘢，喂山狼先生，哦哦、你好啊梁，你冇嘢嘛？我有啲唔舒服，不过而家唔使担心噶啦。快少少啦，唔该阿伯，唔打搅你啦，拜拜。冇嘢啦，你继续养病啦，阿伯，唔得闲理你大佬。呢、這个叫咩？唔知乜阿刘？喂，直之哟，得唔得闲啊？冇嘢系嘛？不过你哥有冇见到着黑西装嘅男人啊？冇啊，系啊。好啦，废话就唔使讲，呢、這个叫伊藤，伊藤又唔系啦。住谷我哋要揾呢度又冇田都，唔通喺前少少嘅位置？呢两个八婆啱啱问过三岛啊，呢个系话唔会喺呢啲咁样嘅，咁样咪逐间揾咪揾死，唔会咁样啊。羽田村上宅楼上有两层添啊！打一下咩啊？报警又话电话亭上去，呢度咪电话亭上去咯，啱啦系嘛？喂，唔系落去啊，大佬！有冇人系记得，即系十几年前玩到而家仲记得住谷太太喺边？我玩过都唔记得呢、這个岩崎。呢啲系贫民区，呢、這个叫加山，唔系啊？因为我因为以前要自己画埋地图，系啊，好多回忆嘅。你一讲呢啲又啊，记晒咩？第一个咩英之丘，跟住咩商店街，点点点咩井？喂，冇喎、啊，呢度唔系喎，啊，究竟喺边度啊？电话亭附近。电话亭附近呢边有冇睇过咧？呢、這个起紧地啫，叮当嗰啲咁样啦。高桥、這個、呢个咧楼，呢、這个叫参宅，唔系啦。呢、這个叫三嘟喎，系咪？咩头先嗰度啊？上去啦！有人话盲，呢度边度有啊？呢啲啊？羽田村上宅嗰边有冇啊？呢度好易棘到，一跑步就棘亲。咁隐蔽，大佬木村木村拓哉井上边度有啊？有话斜路咁啊，已经两点你啦，搵下人啊，咁啊嘥下啲时间。斜路系边个斜路啊？得一个斜路嘅啫，呢度有斜路。哇！呢度又有斜路参宅，系咪？呢个正常系一个自己屋企啊。呢个叫阿刘，呢度啊，呢家人啊，呢个叫咩啊？系咪谷高岛？又系咩鬼知咩？又话做咩有架车？眼镜嗰个女人呢、這个啊？呢、這个啱啱你又唔扫地，对唔住啊！唔好意思啊，我要走啦。哇，知你啊，几冇礼貌。斯米亚さん，你住谷太太？哎呀，梁仔啊，点解你唔早啲嚟扫地啊？搞到我搵咗咁耐。你有冇见到着黑色西装嘅人？西装冇啊，净系见到只猫仔好得意啊！有只黑色嘅猫，哎呀，佢俾只车剪过，即系有只猫仔喺度喊啊！跟住见到小慧同佢一齐喺度喊啦。
そうですか。哦，好啦好啦。他に何か。嗰日仲有冇发生啲唔寻常嘅嘢？そういえば。讲起嚟，山岸之山嘅公园住过跌咗大跤啊！佢当时要避架车，之后好似扭亲咗个背脊添啊！我谂撞亲嗰只猫仔都应该系同一架车好快嘅。そうですか。哦，好啦。啱啱问个山岸嗰个死老嘢，佢又话唔知喺又似你。哇！你个死老嘢啊，即刻过去覆佢桌啦，打靶仔。哇！死老嘢都扮唔知，我认得你屋企啊。所以咧呢个游戏咧，其中喂做咩事？ちょっとすいません。不好意思。この表札呢个名牌写住咩啊？田島さん。上面写住田田料啊，唔知点读呢个。系啊。山本さん。我想揾山本屋企，我眼睛唔好啊。目が悪くて。你可唔可以帮我？わかりました。啊，知啊，我会揾嘅。この先の公園で。喺前面个公园等我啦。すいません。哎呀，你真系好人啊！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多谢晒。所以咧，呢个其中一个游戏系点样好咧？我话俾你听啦，我解释俾你听。一般嘅 game 咧，你嗰啲 NPC 啊，即系 GTA 嗰啲咧，你系如同即系废啊？点解咁讲咧？就系、是、你唔会同我咩交流咧。我而家就记得呢个死老嘢叫山岸。喂！你阿爸又话唔知道发生咩事情扮嘢啊？喂，你个背脊点啊？好多啊，好多咯，你点知嘅？因为我发现咗你讲大话咯，你死老嘢！你俾车撞啊！哎呀，我一定系阿慧或者住公大奶同你讲，嗰个司机真系黐孖筋啊，差啲架撞死个老人家。喂，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嗰只车祸啊？嗰个黑色车咧喺嗰个公园角落好快咁飞落嚟，跟住向住沟板嗰边去。一架黑色车，有冇见到车牌啊？何しろ、如果冇落雪都得嘅。大根大镬，我跌亲啊！白夜公啊，睇唔到机会。哦，你冇事就好啦。不过下次唔该知道线索，一早讲，如果冇，一定好好惩罚你。好，梗系而家仲要揾个咩啊？嗰咩山咩山山田啊？嗰个叫咩？嗰个太太佢要揾咩山本啊？有冇人知道山本喺边啊？佢话喺呢个附近伊藤，我惊咁样揾揾下都揾到天黑啊！大佬田 X， 佢话喺公园附近，赤坂、三井，呢个系咩啊？山本。山本Yamamoto，我爸上车嚟得佢噶。去接嗰个婆婆啦，仲得闲帮人哋阿婆好管闲事，老豆死咗啦，仲得闲搞咁多嘢。好，婆婆，我爸上，婆婆，就喺度扮好人，我揾到啦。哎呀，多谢你啊，阿里吉多。好嚟啦，带到佢有咩着数先？你唔好谂住我系开善堂嘅，就喺呢度啦。哎呀，多谢你啊，多花时间帮我后生仔。哇，咩？我走啦，攞道具先啦。哇，我而家肯帮人嘅年轻人唔多啦。童子骨攞个咁嘅奖杯，猫啊，大佬啊，喂，死邮差，有冇见到冇嘢发生？不过我而家系可以去咩沟板啊！我而家因为佢就话咩喺沟板，因为架车驶咗落去，一嘢踢死只猫。好，左头左势，而家可以落去啦嘛 ？OK， 日行一善。好，又系咩全村得翻我一个年轻人啊？呢度系商店街，我哋死女班。得唔得闲啦？想沟你咩啊？烂开啦，死男仔！小男孩，你好老咩？唔该。啊？你系边个啊？哇！你睇下你个尊容先啦，大佬，咁样嘅态度。好。是咩事？你好啊。暂时呢啲友都冇咩线索。呢、这个咧，呢、这个人成日喺门口睇生意。赤坂先生，哦，你有冇见到一架黑色嘅车啊？黑色车，系啊，佢开过嚟噶。
啊，我唔知啊。哦，好。点解你问下商店街嘅人呢？嗰度有人睇到啊。好啊，好啊。咁啊，知道喎。商店街有咁嘅机会。咩拉皮斯？我都已经唔记得晒呢条路咯。诶、哎，这个咧就是重要人物啦，一定要同佢倾下偈。呢一集嘅女主角之一，阿望，阿亮，系咪所有事都安排好啦？你有咩帮手，一定要话俾我听啊！你嗰日有冇见到架黑色车？黑色车啊？系啊，唔系成日见到啊，好名牌嗰只。系有啊，仲整到我成身都系添啊！真系嘅？系啊。有冇见到车入边嘅人？太快啦！但我听到有啲留言噶，汤姆同嗰架车嘅人咧起过争执噶。你唔系话以狗车汤姆啊？点解你要打听嗰架车嘅？冇嘢，一齐见。阿亮，你要振作啊，知唔知啊？我知道啊。嗱，呢个就系全 game 唯一好女仔，佢会默默咁支持你。跟住咧，仲有一度咧，呢个游戏其中一个好正嘅地方咧，呢个便利店咧，我又觉得几好。喂，做咩 kick 下 kick 下啊，大佬？好嚟啊，番茄便利店。美奈子さん，美奈子小姐，咩事啊？あの日有冇见到啊？黑色车啊，落雪啊，系啊，冇啊。跟住咧，我記得係可以買好多嘢嘅。咁呢啲嘢咧，其實都有用啊。薯片有好多嘢食物，你又可以真係睇到咯，個感覺會開心啲啊。嗱，金槍魚罐頭，咁你知唔知買嚟有咩用啊？好買啦，購買。買嚟咧，呢啲又可以俾貓仔。有冇嘢要幫手啊？呢個。噔噔噔。世家牌噔噔，又系咩俾自己食系？再嚟啊，阿亮。咁所以咧，呢个游戏咧，其实佢买好多嘢，都有好多嘢可以互动啦。嗱，呢啲咧音乐带你又可以买翻嚟屋企听啦。嗱，灯泡又会有啲用噶喎。咩蜡烛啊，你会谂唔到意想不到嘅嘢。嗱，你见到冇价钱嗰啲咧，就买嚟咧就应该系冇用嘅。牛奶咁你咪买咯，买罐。你个牛奶买喺度咧，可能牛臭几日，跟住俾只猫饮咁样。伊德西乜事？有冇嘢要帮手啊？买牛奶啊！运。所以咧，你同呢个游戏咧，同嗰啲社区嘅互动好多啊，即系你会记得呢个叫乜啊，嗰、那个叫咩嚟？而家我哋要揾个汤姆，你而家嗰个女仔叫阿望啊，就系、是、一个你个青梅竹马靓女。咁我哋而家揾阿热狗汤姆啦，揾完我哋都差唔多收工。诶、啊，热狗呢、這个 MC汤姆，哎哟，喂，同我讲下，喂，你系咪知道黑色车入边嘅人？阿望话俾我听，你同黑色车嘅人嘈架。Oh no, I don't understand, I forget。佢哋可能杀咗我老豆啊！唔该你认真啲。你老豆用花打。Okay, let me try。黑色车嘅人点噶？我见到一个着。好怪外套基因啊 Deep Green 天鹅绒或者丝绸，好似中国嗰啲衫啊，嗰、那个就系蓝币。发生咗咩事？嗰啲差啲打咗我一个黑人，我就即刻同佢嘈交啦。但系嗰条友啊，啤咗我一眼，我从来冇见过啲咁酷嘅眼神啊！你仲记得啲咩 ？No， 唔记得有关中国人嘅嘢，你不如问翻啲 Chinese。你有冇识其他中国人 ？Sorry， 唔识啊。有冇见到嗰度有旅行社，有啲中国佬，要你问问。我会帮你打听，下次再嚟啦。Of course。跟住系咩？中国旅行社定呢个？定系呢个世界旅行社啊？佢系讲话去边个啊？建议我从系咪呢间啊？世界旅行社好，
系啊，呢个 game 啊，好好有推门啊，所有嘢都做得好仔细啊，有间铺啊，好有室内，即系唔会喺度 hea 你。我度揾紧中啊，熟悉中国人嘅人啊，你识唔识呢啲咁嘅人啊？点解唔知啊？药局或者附近嘅中华料理屋，你系咪一拉面啊？系啊，嗰度好多中国佬打工噶嘛，阿 Lee 啊，咁样。好，即刻又要揾咩拉面铺？嗱，你睇下，佢啊呢啲啊好实净嘅做啲嘢。GTA 就冇啦，唔会整间铺头俾你入去啊，嗰啲咁样啦，就咩街道都冇人可以同你倾偈添啊，系嘛？呢个就每个 NPC 你都可以同佢倾偈，未一，好似唔系咯，有咩有打埋劫啊？黐线，得嗰几间铺头拣埋叫有。呢度你十几廿间铺俾你问啊！我话俾你听，机铺又有，要唔要打部机？不过我惊时间，哎呀，呢、這个阿伯我记得好似有啲剧情，如果冇记错，哎嚟啦，嗱、啊，好彩啫，我记得，呢个剧情好重要，你睇住啊，呢、這个山岸老嘢喺度怼紧酒。山岸さん、山岸老先生、涼啊！你啱啱呃我个老嘢，呢度做咩？我当时喺度同你老豆饮酒啊！同我老豆、嗯？你识我老豆仲喺度扮嘢？你可能唔信啦，但系其实我已经接受好多年古武术训练，我仲同你老豆练拳啊！手合わせの後は我哋練完之後仲會一齊喺度飲下酒啊！原來我伯爺同你咁有感情，哦，係咯，你有冇學過呢一招啊？誒？誒？見てお来た。睇住啦！哦！哦！咣！哦！哇！震到个杯都仲震紧，滚滚滚！山岸さん，山岸老爷呢招系咩招啊？系我教俾你啊，老爷啊，你老豆啊，岩嘅古老技巧，我老豆。武术大师经常会互相教对方招式噶啦，好似你老豆同我呢啲，系好好嘅老友。错对，一定系命运叫你嚟到呢度啊！我想教你呢招，你以下如何？梗系要啦，唔通话拒绝咩？黐线，即刻学招啦，有着数仲唔叻啊？请你教我。嗯，而家就系好好嘅时机，我而家就喺呢度教你啦。呢个武术叫做二重击，我先教你步伐，睇住啦。嚟啦！首先向前跨出一步，然后组好柱力，之后同时出拳同埋脚。呢个就叫二重击啦。而家你试下先啦。好，快速将重心往前移。好，点出啦？诶，咁样向前就得。依间前啊！跟住你移动嘅时候，就用你手掌出招嘅顺风时，打出你手臂同腿，再试一次。腿系咩制啊，大佬？哎，得啦，都冇教大佬啊，只要吸凭我自己记忆点揿，黐线！啊，好快，你学得好快啊！多谢你，二重击系十六世纪发明嘅招数嚟，系非常有力量嘅技巧，而且之前得当打击力量，就算隔住盔甲都会感受到。隔山打猴，你想再练习几次嘛？好好确认掌握佢啦，继
继续啦，因为我记得整完咧会有嘢睇嘅，你听住。同埋咧咁样加咧系加最多，佢每招有熟练度。好，训练系会有收获嘅。好，我哋开始啊。好嚟啦，点出咧就系、是、前加正方圆圈棍，好，砰啊！正常会有砰一声，砰。同埋以前咧系唔系叫二重击，系叫重当啊！如果你对自己招式唔满意，我哋再练习多下，唔使啦，我哋离开够噶啦。Yeah， 我知噶啦，我未学行先学走。我已经唔年轻噶啦，好高兴仲有能力嘅时候咧，教到你啊！你仲好后生，努力去做，甚至可以超越你嘅父亲。系，我知道啦。希望有一日我哋可以一齐饮一杯啦。好期待嗰日嘅来临啊！我哋都差唔多，但我记得要点样，系咪每日先至有得 save 一次？我唔系好记得。好，继续玩埋佢啦，玩晒成日二重击，耳精痛。我攞在这里练习练你个屁啊！契弟，时间冇多啊。呢只 game 咧有啲似 Dead Rising 嗰啲咁样嘅，即系咧又系有你有时咧你会 kick 死，即系如果你 save 得唔好啊或者点咧，就唔系几即系，所以你又要好小心。你知我哋要去咩咩咩中华料咩料理啊嗰啲系嘛？佢话咩定非法普啊？唔记得啦。咩面通？睇一本书先。中华味一中华料理老板陶先生有个拉面铺啦，咁你又可以记住咯。我仲记得有得睇手表，嗱又上过六点，我惊间拉面铺都收档。睇下先，啱啱喺边度过嚟？系咪呢边啊？拉面铺未一未吉阳一开嘅，跟住呢间系咪未一？哎，揾到啦！叮咚叮咚，你以为我系食面啊？收档啦，点会？噔噔噔噔，哇！你门口罗雀啊！陶先生，哎呀，揾我啊！喂，呢个附近有冇中国人？哎，你想知咩中国人啊？冇嘢，真系系咪同你八姨有关噶？系啊。哎呀，你要报仇啊！唔系所有中国人都系坏人嚟噶，我知道。我唯一嘅线索就系佢哋中国人。求下你啊！有冇嘢话俾我听？啊，你话呢度嘅中国人啊，哎呀，比以前系多咗嘅，但我唔识新嚟嗰啲喎。我知道啦。哎呀，你做咩唔讲嗰三刀门啲嘢啊？啊，三刀门啊！三刀门。讲啦，讲啲唔讲啲。三刀门咩啊？就系讲三种唔同嘅刀啊。代表三种唔同嘅行业啊，理发师啊、裁缝啊、厨师啊，佢哋都用刀噶嘛。理发师用剃刀，裁缝啊用铰剪，厨师用菜刀。哦，我明啦。大部分啦，嚟日本嘅中国人都系做呢三种行业，佢哋唔使花好多钱啊创业，所以就个个都做呢啲三刀门嘅成员都好熟悉噶。如果你想知道中国人的消息，问他们不错的。这附近有哪个是三刀门啊？非法铺找前田先生，裁缝呢就找师井先生，厨师就满腹宪。三刀门的人应该都知道了。不过还有一间发廊叫刘氏发廊，不过刘先生住了院，他家里不是几好手，都没开门。他应该跟前田先生和师井先生还有满腹宪是吧？嘿，我知道了。咚，首先呢，我发现了一个漏洞，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你条友不是三刀，你不是厨师咩？为什么你不说啊？你很熟悉的啊，又发现有内鬼啦，这些友仔即是摆到明不理你麻雀就是了，大三元，为什么你又不说？即其实这些友仔不想答你的，这条友混吉的，不要骚扰我做生意，洗走你。呢个咩 Bob's Pizza？ 呢个卡拉 OK 系满腹轩啊！
跟住咧，唔知玩到，我记得玩到十点几，佢会自己翻去，跟住有得 save。喂，阿婆，啊，唔好意思，诶，而家唔得闲啦，我好攰啊。你问其他人啊，你几冇礼貌，好人情冷暖。好，阿婆，好，算咩先？系咩事啊？三刀の中国。我揾个三刀嘅成员。哎呀，三刀门啊！你点知道三刀门啊？我哋隔篱铺嗰个耍我过嚟啊！佢话呢度揾到。哎呀，系咁啊！我老公啊，曾经系三刀门啊！哦，你老公啊？系啊，卖死咗咯，卖咸鸭蛋咯。咁关于三刀门啊？我老爷过世，不过介绍两个人俾你听啊，系边个？领先生同吴先生。哦，咩水啊？喺钢铁厂做噶，嗰啲都系三刀门。去边度揾佢啊？啊，你个夜晚会饮酒噶，所以喺呢附近酒吧揾到佢哋啦。好，得啦。你会发现到一个共通点嘅，就系全部人都系想 hea 你啊！你唔好揾我，你揾隔篱嗰两个可能会知，即系就系咁 loop。人情冷暖，话知你死老豆啦，关我鬼事啊！唉，我理得你啊？呢、這个系咪入边啊？系咪呢间酒吧可能有咩吴先生同永先生？又系咩政府部门？哎呀，哎呀，靓仔啊！哎，明美小姐，呢两个系咪？诶，你哋我揾紧一个叫永先生同吴先生。啊，我就系阿永啊，我就系吴啊。你识唔识一个叫男帝嘅中国男子啊？男帝？知喎，我都唔知喎。因为话你哋系三刀门嘅成员，可能会知道啲人。哦，你听满腹烟嗰个阿婆讲啊，哦，山本女士啊，哎呀，哎呀，把口嗰个甩物啊，好性感啊，真系。如果系佢嚟叫你揾我，我哋就帮手啊。三星七咧，我就唔骚噶啦。我哋三刀门学裁缝噶，而家退出咯，都做嗰啲钢链厂。喂，你咪成日留喺横须贺，哎呀，日币好强，喺日本打工发过中国好多啦。咁你喺日本啊做多几年嘢就翻中国买楼啦，我知道我对呢啲冇兴趣。喂，又话帮手嘅？啊 no， 啊 no， 关于啊三刀门系嘛？啊，所有喺扣板嘅三刀门成员，刘生一个最熟悉中国人嘅。牛市发廊刘生啊，有间裁缝店啊，我哋老师嚟噶，呢个佢好快就嚟开铺噶啦。即系答案就系，哎呀，呢个咪阿娘，你呢个陪酒小姐有咩想同我倾偈啊？料理发展的，你知唔知刘氏做咩只眼咁嘅咩事？黐住成盒咸湿嘅，呢度饮酒地方唔系问咩发廊，一剪头发你咪沟板溪入口啦，啊！但系佢都话咗俾我听，虽然佢态度唔好，瓦加里马斯达，啊，好，嚟啦。八点钟我哋要去入口啊嘛，叮叮叮叮，咩扣板入口嗰间咩楼市，楼市发廊系咪华仔开楼？诶，边度系入口啊？我要记翻嗰啲地形，系咪呢度啊？楼市发廊，淘气唔系？呢间系咩牛仔店？咩 James？又话入口附近咧，呢度咪板咩沟板？诶，呢间呢间呢间，系嘛？唉，闩咗门啊，食屎狗！去到，哎呀，闩咗门啊！咁点啊？再去埋其他嗰啲咩淘气店啊？佢话冇闩门啊！如果闩门都唔知点搞好，又要等，咁诶浪费一日啦！你知唔知日期咧好紧要噶？啊，又闩咗门。即系咧，佢有时有时间嘅，即系有啲嘢系有时限嘅。唉，打铺机算啦，我哋去机铺啦，败家仔决定唔理老豆生死，醉生梦死喺机铺逃避现实，唔搞啦，好辛苦啊，老豆，我唔想再帮你报仇。好，啊呢、這个阿 Tom 条女啊，你又好。你去到爆機咧，你就會對呢度嘅環境啊、家庭好認識啊，咩山岸先生啊，咩谷咩啊谷咩口太太 U 電子機，我玩邊只 game 好咧？
是但啦，玩呢个太空下嚟都玩过啦，一系玩玩呢个啦，打拳击啊，一毛一百元 ，Come on kid，Come on，You can beat me，You can you beat me？ 咁咧呢个咧系一个小游戏嚟，赢咗就会有个呢个死老嘢咧，我记得系会有礼物俾你嘅。好嚟啦，我玩飞镖系最劲，但系呢个我记得都好难玩。喂，咁。圆圈咩？明明揿咗圆圈咩事啊？低 B 啊？低啦，我揿咗。正方框交叉，喂，佢系有问题啊！佢系个掣系圆圈啊，当交叉，交叉啊当圆圈噶喎。低 B， 哇，考你极速反应咩？低能，我又揿咗交叉，黐咗线啊！个脑好乱啊，低能啊！呢、这个交叉我就啱啱奇怪，正常咧嗰招重都系前正方 X， 即系前嗰、那个位置应该正方 X 低 B 仔，点玩啊大佬？点样 setting 啊？有冇啊？睇下先，睇下先控制。喂冇，喂咁佢有物，喂大佬咁点搞啊？DC 手掣佢话有北，咁点样啊？咁点再玩多次啊？用自己记住，哇！呢个仲难玩，要计埋上下左右，肯定玩唔掂。玩隔篱嗰个，如果嗰个计埋上下左右，你死硬。QTE battle， come on fighter， come on fighter， やってみるか。哇！考脑部完。圆圈即系交叉，交叉即系圆圈。我惊我精神错乱，正方就唔使理。嘟嘟嘟嘟，好嚟啊！交叉，哎白痴啊！靠咩叉？圆圈啊，你要计翻个位啊！佢跟翻嚟喺最右边就揿最右边得啦。我而家收爹啦，惊黐孖筋，好。好辛苦个脑就系爆炸，好嚟啦，右边、左边、中间、中间，好，我而家之后咧会弹几个喺度 fit 你，好鬼嗱，越嚟越快啊，黐孖筋，好，而我仲要喺呢啲咁嘅状态下玩，好，反应之鬼，冇问题啦，最右边，哇，吓几久开始啊，开始战格啊呢个人。好，砰砰砰砰砰！我脑开始啊头痛，讲真，劲辛苦。好，即刻屈到最高分啦！我而家冇个老豆，讲佢打机特别劲，沉溺游戏。好，头好花，讲真，黐孖筋。哇！揿咗啊，低能噶。Final try， final try， ready go。好，由头计过啊，啲分唔系啊嘛，大佬。喂，明明揿咗两，咩事啊？八万几已经过咗最高分啦，喂！即刻俾咩？俾啲嘢我，俾礼物我啦。哦，睇下佢好得戚，好开心，耶耶耶！玩下其他 game 啦，呢个啊 ，Hang on，Hang on， 一鸡一卷，一鸡一卷，好又再玩电单车，沉迷游戏逃避。やってみるか。讲真，又系啲掣唔知点揿。好咩？哇！一入咗咁多钱，唔哇我冇，我系僆仔嚟啊，玩一铺就算啦，诶两嚿水啊，一嚿啦。你如果你入局咧，我记得力九咩啊？力九微新 ，Press Start， 咁咩开车我都唔知道。好，有冇开到啊？哇，有开到啦，跟住揿 L 二应该系失。一开头咧，永远电脑啲车系快到黐筋，劲难玩。啱啱我攞八万分，居然都冇礼物，有冇搞错啊？黐线！好，呢啲同嗰个之前玩嗰只咩，唔系有只咩
咩 One Hour 定乜鬼嘢？嗰只世嘉咪有只赛车，有条女喺度陪你玩，即系人中之龙都有。我玩到后尾，唔知边关只眼争啲盲，你记得好多石头咧，嗰只叫乜鬼嘢？哇死仔巴，争啲冚落去又死啊！哇！但系我已经就嚟第一个 checkpoint 都过唔到，唔系啊嘛，大佬。Out One 啊，唔系 One Hour 啊，好嚟啊！我拉得八婆，黐孖筋得位架车都爆埋。啊，七六，快啲过 checkpoint 啦！黐线，第一个 checkpoint 都过唔到。啊！争少少啊，见到啊，难玩到黐线，喂，玩多铺先。我而家十点会翻屋企，如果你十点前唔续局咧，佢就会强制翻屋企。喐啦喂，喐唔到咁快啲，好白痴。N 啦喂，揿咩掣系输入啊？揿咗未啊？喂，快啲啊！即刻狂揿啊！如果唔系十点钟会翻屋企。一加一圈卡。佢会强制翻屋企啊！我记得个咩好夜尿，类似系咁样。日的比卢卡，我唔记得十点定十一点啊！佢翻屋企，即系日本嗰啲好乖，有门禁啊！即系好似你细个咁啊！你当你自己都系青少年，阿妈会限你几时限时限得翻屋企咁样啦。好嚟啦！佢话咩？而家可以随时 save 系咩？是但啦，玩埋先啦。睇下可唔可以过到第一个 checkpoint 睇下。好，第一个弯已经开始渐入街景啊！好，哇，似马近呢啲弯咁都嗰架车嘅性能都几废，讲真。好，争啲又俾呢个死八婆类似，200几 km 啦，已经系超快追。哇，死仔吧，似马近一嘢个，你有冇见到嗰个弯咧？黐线，争啲一嘢就炒咗落街。好嚟啦，继续要去到270几 km 先系最快。啱啱咁样杀咧，系其实系好唔好嘅，对于呢个游戏。好，最唔好成日用杀掣，要放油门系好啲。好，放少少油门 ，OK， 非常之靓。10秒实得啦啩，仲有10秒。好，嘟，加长咗。哇死仔包佢成日冚埋嚟唔知做乜嗰啲车，唔好黐身黐细啦大佬，糖黐豆啊！好争少少啊冚落去啊，个木嘴又鼓鼓啊，话而家我越嚟越劲啊，食屎啊你班契弟！又过逢车过车，哇争啲冚咗落去，呢下危险啊！呢下我都见到古古滑滑、阴阴湿湿，烂开啊！唔该，呢下唔好急啦，穷寇莫追。好，应该可以顺利过第二个 checkpoint 啦嘛，黐孖筋，点预啲速度？啲弯有时咁鬼短，佢系想你全程唔刹制。难耐啊，唔该，死贱总门，7、6、5、4、3、2，哇，劲啊！好，得，已经冇咩时间可以嘥啦，要去尽油门啊！得，黐孖筋，哇，死仔巴，咁样夹埋嚟玩三文治，玩鬼咩？再转左，go！直冲转咗啦，呢下冇难度，放少少油门，再放再追。点解拍啲电单车喺嗰边做乜鬼嘢？拍喺嗰度方便你换，预你炒车。好嚟啊！一秒都啊！佢后边撞埋嚟先估啊！个黐线佬，劲难喺两个车中间摄落去，9、8、7、6、5、4，唔刹车啦，冲啊！哇，黐线 hand 咗机，好似唔知咩事，系咪争少少？哎呀，争啲啊！好，而家已经过钟啦，都差唔多啦，
打埋个名收工了。喂，喐啊，喐唔到上下，诶、欸，好似窒下窒下，屙尿棘下棘下，点解变咗 AAT？ 问好问好问好，唉，是但啊，揿咗啦喂，揿都 download 揿乜掣？揿咗都唔知道做乜，咁啊系又冇啊，好啊白痴，佢有啲系有 bug 嘅 ，save 先。点样 save 啊？而家系存档嚟，而家又叮铃叮铃，好咩好笔啊？哇，还未搞得掂咯 ，U 又落场啦！而家系1986年啊，系带大家翻去1986年嘅世界咯。跟住啱啱学个招就叫做二重击啊，前正方圆圈。喂，搵人同佢讲讲，整嗰个北屎锐啊，唔该。咁啊，今日都差唔多啊，明天再见。潮文听日再读咯，都好夜啦已经。好啊，明天见，系咁先啊，完。